你家问看麦啊。这里，这里。我知影，我知影，我知影 ，OK， 我知道，我知道。来，现在哈，我们开始我们下午的那个议程哈，那还是一样由社会局跟那个劳工局做工作报告。那这边哈，我想首先也要欢迎由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社会工作系由我们的曾淑芬副教授跟那个于延杰副教授哈。两位副教授还就是主任哈，带领我们嘉药的学生来共同关心针对社会福利行政课程理论跟实务经验的交流啦，同时啦也让你了解议会的流程啊，民主的社会是怎么就是做运作啦，所以欢迎你们哈，欢迎你们哦哈。来，我们劳工局跟社会局是不是给他学生一个鼓励好不好？谢谢谢谢，来，谢谢，请坐哈。那首先我们也请那个李文正李议员做发言，十分钟。多谢主席哈，真欢迎咱各位同学哈，啊会当来咱台南市议会哈来旁听啦哈，因为近前几日啊，伫这个华人议会哈，啊发生一件讲。有这个学生入去内底用手机啊，吼，伫咧转播伫旁听室啦。啊，结果的时阵吼，这个主席吼，这个警察讲要甲人啊赶离开这个议场啦，吼。啊，我想吼，这个是开民主的一个倒退路啦。哦，因为咱这个议会啊，咱这是一个民主的殿堂啦。哦，是一个民意啊。哎，当地这个所在来发声的这个所在哈，所以咱颠倒，咱就爱鼓励咱的市民、咱的国家的主人、咱的头家哈，咱就爱来旁听哈，啊，就爱来看这些议员哈，看这些民意代表啊，安尼伫议会内底，咧替咱争取什么款、监督什么款，吼，还是讲看咱这的政府的这个官员哈，有什么款的一个。做法啦吼，我想咱应该吼，都爱搁再更加公开、更加透明啦吼，所以真欢迎咱这个同学吼，会当来这参加这个旁听吼。咱迄个局长啦吼，我想我先请教你一下好啦吼，因为即马咱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吼，这个景气真歹。现在呢，像说我们安平来说啦，现在你要看游客减少，还在这个买气也减少，这个当然，你像今天咱这个报纸也在报，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怎样强，那个强势化啦，怎样呢，那个怎样呢，死定定吼。这个经济无什么款的活力啦，吼，无什么款的活泼啦，啊，这使讲，予咱感觉讲非常的这个担忧烦恼啦，吼，因为咱政府有遮尔济部门啦，吼，咱有经济经发局、经济发展局，啊，咱有劳工局，但是呢，咱遮尔济这个公务人员吼，遮尔济政府的单位啦，吼，不过呢，咱的这个经济啊，我咱目前咱咧咧甲看吼，咱政府是。无什么款的一个，那阵啊讲啊有为的做法啦，吼，就是讲我有什么较具体的一个做法，我有什么较具体的政策啊，要当来带动这个经济发展啊，要来提高这个就业的一个机会啦，吼。所以在这个方面吼，我是感觉讲吼，局长迄个，因为虽然讲咱是劳工局啦，吼，咱唔是讲经济发展局。
但是啊，咱这个劳工局，咱嘛爱有这款的一个责任哈，啊，会当予咱呢，这个社会景气会当较好，吼，啊，景气会当较好，啊，当然咱就业的机会咱就较侪嘛，吼，这是，哦，我先安尼甲局长啊，哦，就是讲其实咱劳工局，哦，劳工局可能是一个那阵啊讲，较。唔是一个会当安尼讲发动这个啊，咱的这个经济产业的这款的一个讲主动的一个单位啦吼。不离个，咱应该有哪得爱会当加做这个帮助啦吼。所以其实我对即卖这个经济吼景气啊，有哪些是真烦恼啦吼，因为我看无到讲咱的政府吼有虾米款的一个较好的对策吼，虽然讲。啊，这个吼、哦，咱劳工局常在咧办这个就业的博览会，吼、哦，啊有咧做遮的一个吼，劳工兼头家资方的一个这款的介绍的一个工课，吼、哦，不离个啊，我想迄拢是啊，有当时啊，头家伊请无工人，原在请无工人咧，啊，有当时啊，工劳工吼，伊找无头路，原在找无头路咧，哦，所以有当时啊，煞怎啊变一种形式啦。那怎啊讲？咱政府吼办这种的活动，那怎啊种形式吼？好啊，即马伫这个所在吼，我就是有那一个先针对讲，咱的这个营养午餐的厨房的这厨工啦吼。我想这个咱劳工局吼，劳工局就是讲，因为咱唔是干那保障这劳工的一个权益吼，咱一方面保障这劳工的权益。吼，一方面嘛会当带动经济发展啦。吼，你若是讲这个劳工，予伊会当安尼有加寡收入，啊，伊的消费能力伊就会增加嘛，吼，伊就会提悬嘛，吼。啊，咱这个劳工局，吼，像即马咱实施周休二日了后，啊，咱有当时啊，着常在去甲人查咧，吼，查讲你是毋是有照起工，吼，一礼拜放两日无咧，吼，啊，轻动着吼，特别甲人罚钱啦。吼，啊，咱有当时啊，劳工局也是讲劳动部，咱若安尼去到人私人的企业，去到人私人的公司，当然会有较大间的话嘛，有较细间的嘛，迄种校长兼共经头家兼会计的咧。啊，毋过呢，有当时啊，咱轻动着，咱就要甲人罚钱咧，吼。啊，但是呢，当咱政府拄到这方面的这个问题的时阵，有当时啊，咱煞吼安尼伫啊。用足济只个一寡呢，迄个讲法来伫咧解说啦，吼、哦。我是讲安尼是较唔好啦，吼、哦，因为咱不应该讲啊，政府正做怎来剥削只个劳工嘛，吼、哦。啊，或者劳工的时阵吼、哦，来受到这个无公平的这个对待啊，吼、哦。啊，你若是讲连政府啊，都要来剥削劳工的时阵，安尼咱的经济要安那会好咧，吼、哦。因为你政府你就要加一寡吼，迄、个或者个劳工吼，像讲咱市政府内底遮个技工吼，遮个工友，遮个临时工吼，咱有那嘛是得爱互因安尼迄、个遮个人会当加一寡收入，加一寡收入伊就会当迄、个靠有即个消费能力嘛吼。啊，即马你也像讲咱即个营养午餐的即个厨工啦吼。像咱有国小嘛吼，啊有国中嘛吼，啊个有幼稚园嘛吼，啊你敢若像讲咱卖讲寒暑假吼，咱无予人啦，吼你敢若像讲咱的这个今年的过年啦吼，安尼咱有迄个高日的连续假期嘛，吼啊你这个过年的高日的连续假期，吼当然你即卖你讲啊这个过年住伫这个寒假的内底，吼啊毋过呢，咱今若是讲一个有贴心的政府，吼。你应该就爱讲啊，这个高日吼、哦，这个大家拢大家交休困的嘛吼、哦。你应该你就爱讲啊，这个是年假吼、哦，啊，予咱遮的独工吼，因、哦、一个月甲赚才两万块左右尔吼，因、哦、较赚一个基本薪资尔吼。第一点就是讲，你这个过年的时阵吼、哦，咱这个你袂使甲扣吼扣这个休困的这个钱起来啊吼、哦，咱若甲伊扣安的时阵吼、哦，这个真无贴心啦。因为大家拢爱过年嘛，吼，你佫伊无休暑假，伊嘛是爱过年；无休寒假，伊嘛爱过年啊，吼。所以这个高日，吼，这个得共扣掉，吼，这真无道理，吼。
啊，第二点就是讲，咱的这个寒暑假，吼、哦，差不多三个月的这个时间，吼、哦，你看咱嘛共扣掉啊，吼、哦，啊扣掉的时阵等于因，吼、哦，迄、那个一冬的时阵都剩差九个月尔嘛，啊九个月的时阵吼、哦，你若搁再扣掉这个过年的这个连续假期，吼、哦，几十日咧，安尼等于都剩差八个月尔嘛，啊八个月的时阵，你也想讲。因一个月拢赚基本薪资尔，吼，啊，得爱阁交即个劳健保，吼，使讲因的收入嘛足有限的啦，吼，啊，所以咱即、這个吼、哦，咱敬人的时阵吼，伊、哦、即、這个咱敬人吼、哦、来啊，即、這个吼、哦、用阮即款的一个吼、哦、政府的即款的做法，哦、我是感觉讲即、這个吼、哦、咱劳工奖吼安尼就无公正啦，吼、哦，咱嘛无立场嘛无原则啦。因为当然咧对付遮个啊，遮个中小企业，遮个即个中下阶层，遮个小企业的时阵，啊，恁就是安尼啊，追杀啦，吼、哦，要共罚款，要共命令下巴。但是当然啊，政府家己违反即个不定期契约的时阵，吼、哦，不定期契约工的时阵，恁又搁啊安尼来吼，即、哦這个怎啊纵容因啦，吼、哦，即、這个局长是毋是你？迄、那个吼、哦，这看要安怎来吼，替这个劳工吼，安尼来替因吼争取这个权益吼。迄、哦那个局长，感谢议员吼，为种长期来咧关心这劳工的议题啦吼、嗯。首先，我先甲议员报告，消防员是对伊相关的这劳动契约，不管是公部门还是私部门，都安尼去做，安尼去甲伊检视啊。啊，当然，这件施工的这个议题，议员嘛关心真久。包括议员咧关心的是，我嘛有去甲劳工、甲教育局调这个相关的劳动契约来甲伊了解啦。啊，当然，就他都啊像咱议员咧关心的讲，诶、欸，这那上有一个模糊地带吼，所以我嘛甲做这个伊的契约甲。我嘛有函示咱劳动部，所以劳动部甲阮讲，伊照伊这劳动契约内底并无违法的所在，啊，所以阮就无法容易甲要求安怎，我就讲叫人对伊违法，我就让甲处理。啊，当然你咧关心这物件，阮是拢那个教育局反映过来，甲伊讲，既然以往咧关心，应该恁来去做条件。我简单个讲一下啦，吼，因为安那呢，这无什么模糊的空间啦，不定期契约就是不定期契约啦，不定期契约的。还有模糊的空间、哦，所以吼、哦，咱的政府恶气就是安尼啦，吼、哦，当然对恁不利的时阵吼、哦，你们就想尽办法来推卸责任，吼、哦，啊，当然来咧对付这个民间的时阵吼、哦，你们就是赶尽杀绝，吼、哦，所以这个我等一下卡去含你检讨，这是我讲啦吼，这是反映一个政府，伊是毋是有这个疼心无啦，吼、哦，伊对这弱势者，吼、哦，对这劳工有疼心无，吼、哦。结果你家己你无要处理的代志，你搁劳动部，劳动部讲较歹听，你这个政府就是伫遐乌龙蛇道啊！好，好，谢谢。来，我们下一位发言的刘正昌委员，刘正昌，三次不在，来，我们请下一位林彦柱。感谢我们主席哈，那个劳工局王局长你好哈，局长，我想跟你探讨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个对劳工可能会有伤害，就是说，最近呢，我接了很多陈情案件，那这些陈情案件，我很感谢我们局处的协助哈，那就是说，我们用什么的方式来保障这些劳工，就是说新制跟旧制的问题。因为他劳退的那个钱的问题，那很多老板他会请劳工先签了离职的这个证明，但是这个劳工根本就没离职啊，他还是在这里面上班啊，但是问题他的劳退就少掉了一大半啊，那我们在想，这用什么方式我们可以保障这些劳工，不是等到他来啊？有的受到伤害，他不知道来找我们，也不知道去找你们劳工局啊。那像这样的问题，局长你有什么看法？其实那个新旧制的变更现在已经不能变了，那个是那个刚开始变为新制的时候有五年的缓冲期，那老板是不能指导劳工，你一定要变新制，那指导权是在劳工自己选，老板是不能。可是他请他签了那个契约，就是他离职的契约啊。
我现在不知道林演你的个案是当是现在或是他本来就还没有改之前就是在你讲的，但是他已经要劳工同意啊，劳工不同意的事他是不一样的、啊、问题是你想我是老板叫劳工一定要这样签，老板请他签但是没有离职，没有离职，员工没有离职，对，就是签一个假的契约啊，那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受到伤害的是劳工啊。这个可能就是要当作个案来，我们来。可是这些个案很多哦。对，因为我们这样来服务他，因为如果光我们你有没有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案件？也有接过案，那我们就去辅导说，你这样，如果是你老板自己逼劳工签的这样，是不是？那签的时候只是前面的年资那个要救治的是先。等一下，是比较改变，是从当时签那个开始才穿新制，前面旧制的那一个还是要保留起来。没有错，但是问题他这样算起来就少掉一大半呐、啊。啊，等于那个时候签是劳工签的，或是说老板老板请他签的，劳工认为说我要在这里上班，我必须要迁就老板啊，但是我没有离职啊。但是你现在拿出来，我还有薪水啊。但是你现在拿出来的话，你变成说也是。他已经签了啊、欸、对，文件也是你劳工签的、啊、对，但是老板还有在付他薪资啊，他就是离职一个月再回来啊，那你懂得，但是他没有离职啊，他还是在这里上班啊。我是希望说、哦、这种案件哦，应该我们要想办法，你回去稍微想一下，想看看如何的来保障这一批人，因为这慢慢会浮上台面的啦，这样好不好？这个应该就是你有个案，让我们 来了解，来 做服务的部分。我有个案的话，是请你来开一次记者会，那把这件事情凸显出来，就会有个案很多，再明白哈。好，知道。那请谢谢局长，我感谢你们的同仁的协助了哈。那还有社会局哈，我们的那个刘局长你好哈，刘局长，我想请问一下哈、人民团体哦，申请经费的话。我们的公文要多久要必须做回复？之前在没有以我们台南市政府的法令嘛，我们多久要做回复？其实没有一定的时间。谁说没有？我们必须要做回复，谁说没有？谁跟你讲没有？一般是七天呐、啊。对嘛？那你跟我讲没有？但是因为我来看到的是，你这白的疑问可能给你瞪得啊。谢谢。谁说没有？七天。那既然七天的话，为什么我们有的到现在五个月都没有给人家回复公文？你想哦，人民团体申请经费，我现在接受到的是这些人民团体对我们台南市政府，不管是民政局或者是社会局。一讲到申请经费，他们都气得要命，莫名其妙。你们在今年度给人家修改，每三个月一季，好，你办理我就三个月之后才来回复你，哦，很离谱哎，一百多天还没做回复，那我办理一个活动，你们必须要七天回复我公文，一百多天没做回复，你认为这样合理吗？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让我们的科室办理这公文的科室的人变成羁押公文？那羁押公文之后，未来会不会有考绩的问题？你想哦，局长，我想你要更改任何人民团体这样的一个。经费的办理申请一个办法在，你必须要事先公文给人民团体，因现在某某原因，台南市政府就是每改为三个月一季，你们要申请经费，要前三个月来申请，干不是这样呢？啊，我要办活动，我已经三个月啊，现在我们不是有固定的一个经费在给他们吗？你们不是不得超过10万块吗？那假使他不得超过这10万块，你管他我1月份要申请10万，还是我12月份才要申请10万？可是现在你们不是哎、欸，你会这样让我们议员胡思乱想，像我就会想了，刚
敢是坐在我头前这个陈金忠得当申请较侪钱，然后他的案子用他的名字送的话，就可以，比较早出来，然后送比较多钱。那不然用我们的，你想，这个团体他申请五万块，到最后你们可能不给钱，不然到最后你们可能只给两万块。你可以告诉他嘛，我就是不给钱嘛，还是可以告诉他，我就是给你两万块嘛。又不是我想在座的议员帮忙送这个案挂在我们的名下，我们只是用他借我们的名字去挂，也不是把钱，比如说拿在陈金忠的口袋呀，还是我林彦柱的口袋呀？好，不可能吧？这个钱是社团的啊，更离谱，人家活动办完了，你们公文都还没下来，他把所有的那个这一次所办的活动的所有花票要去核销，寄到我们贵府，既然被我们贵府给他退件，我们贵府给他退件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没准你。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离谱哎，局长，你想，人家社团把核销的文件送进来给我，我们再给他退件。你知道你这样子会让我们的公务人员一直积压公文做不完，那又会害他们违反到积压公文的该如何的未来，你对他们的考绩要如何的做，我该怎么跟你讲？局长今天开会，我相信有很多议员都有提出来，那未来你们该如何的检讨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早上有报告过，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子的补助案，不是到我这边就结束了，或者到我这边就可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们是整个府的一个。局长，你可能讲话大声一点哦，调整好不好？可能是一个调整，一个经费预算调度的一个调整，那有它的顺序，所以不是到我这边就把这个文可以发出去，或者是说补助多少钱？你是人民，你是现在跟你申请经费的是人民社团哎、欸，怎么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主？我听不下去哎、欸欸，因为整个府的一个，因为这预算也是我们议员给你社会局通过的嘛，不是吗？是那为什么不是你可以申，不是你可以做主呢？那这样我们给你预算干嘛？这样干脆这条预算明年就不用审了，干啥呢？干脆谁做主的那个人叫他出来。这是像你若讲好啊，这是市长决定的，那市长你家己的心这条有审好不？还是秘书长？不可能吧？这是针对编列在你社会局的名下，编列在你社会的名下就是你可以做主，为什么不是安尼呢？我得跟他做礼炮呢？那安尼你做这个局长，我替你做悲哀，你敢是人头？人头啊！以后该背的罪是你背，然后你都没有执行权。那假如这样的话，我刚刚你怎样，局长，你做的很可怜。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做的很可怜，没有执行权。所以局长，这个问题还是要做处理的啦，你不要害了你的同仁呐、啊。你知道吗？你这件事情我绝对会跟审计处做报告，哪有我们机会给你的？然后你们全部变成给人家计较公文，也不回复。当然啦，事情很小啦，可能未来是记过而已啦。那你认为你的同仁被记过很好吗？被审计处纠正很好吗？所以我希望你这个问题还是要去做处理啊。好，谢谢。来，局长，我想补助经费这个部分、哦、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民间团体如果来申请的话，他必须要得到我们相关就是局处同意，他才得办理。所以你现在有一点误差哦，像你在计审的话啦，计审预算的话啦，哈，经费的话，计审经费的话，你会让人家讲说我已经办完活动了，我在申请的时候我是还没有办哦。但是你还没核准，我就已经办完了。所以你会这样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整个就是他的预算的就是核销啊，这个我想里面有很大一个问题啦。不过早上我们也已经做个决议了啦，就是说每就是从现在开始，民间团体如果向我们相关单位去做申请的话，我们必须要文到两个礼拜内要回文给就是主办单位，哦，让他们了解我们到底准不准，到底准不准。好，哦，所以局长这个部分你一定要切实去执行啊。好，哦，我想公司你们的业务有其实有时候会比较不利，我们之前就分享过，就是说也许我们因为调度的顺序，调度是你们的事情。我要预算呐，啊，预算怎么去统筹？我还是讲啊，是起掉家己一块内啦，嘛是去调起那些出力啦。但是我跟你讲，预算的精神啊，因为你搁等落去，有可能会用补助嘛。啊，你若足紧回复，有可能会当袂都，那就没办法补助。因为那我们给你的预算精神，我们给你那笔预算本来就是要补助这些民间团体的啊。人民团体的啊，那你如果像这样子的跟我们回答，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阿廖盖给你也无声啊，给一点时间啊，就是说让给一点时间，你必须要到人家办活动之前就给人家一个答案的啦，你不能等到人家办完活动以后你再给答案呐，这样可以吗？这个一个标准可以吗？你要办活动之前你才敢供啊，而且哦，这个预算我们年底审完以后，我们就是要补助。人民团体的，大家拢有他的额度啦。你袂使因为甲这条钱动用到别的地方去，讲咱兜无钱，无爱给人，啊无你条钱拢摕倒，对不对？以后我们还会跟你限制说专款专用，好不好？来，我们下一个发言，陈金忠，陈议员。好，谢谢主席。我想刚刚那个社会局那个问题哦，我想本席还是要提出一些意见呐哈。第一个就是公文的流程。你们的身为公务人员，第一个公文的流程，你就是要尽速的来处理嘛。你接到公文以后，你就是马上签办，对不对？如果是急件的，你到底要规定，你们规定是急件的话，是几天要处理完？三天。好，普通件几天？七天。啊？七天嘛，哈，所以七天就 OK 了嘛。什么？我看主席啊，对你都特别不错嘞，还给你两个礼拜。所以你七天你就可以回文给相关的申请的人民团体啊，他就说你啊 OK， 他假设是申请啊5万块，啊你觉得他的这个活动可能3万就够了啊，你就回复给他说要同意3万或者是5万，哎，人家可以做他未来的一个整个活动的一个要怎么办的一个结果啊，对不对？所以七天嘛就有答案了嘛。那现在问题不是出在七天的问题啊，是出在你同意以后，你为什么还要再记做账呢？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子来。我想请局长报告一下嘛，现在是记做账是不是？按季签办啊，签办，签办是签办，要等3个月以后才能够签办。不是啊，你刚刚已经谈到了嘛，刚刚我们分成两个层次嘛，对不对？你公文在人家公文进来的时候，你的处理的程序就是七天里面普通件就要完成啦，这个表示你已经完成，你已经可以发函给相关的假设是林仁柱议员的服务处的申请案件，你就跟他讲说 OK 这一次的他办母亲节的活动就2万块啊，对不对？那你就已经函了，对不对？就同意了嘛。那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要等3个月以后才能够把钱拨下来嘛，对不对？现在是这样子嘛？没有，我现在他给我回答，公文就是七天嘛，哈，七天就是要完成了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对不对？劳工局，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办公文？我是依照这样的一个行程在做，对嘛？哈，所有台南市的各科市的公文一定是普通件。七天就要完成嘛，对不对？这个也是市长的要求啊。假设你是3个月，你就严重的代乎职守啊，对不对？不行啊，局长请坐下哈，对不对？所以这个公文在签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嘛。那现在又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公文已经同意了，母亲节的活动已经同意了，然后你要等到3个月以后你才给人家拨钱嘛，对不对？
也就是说不是同意，就是说这个签办是会诊之后这三个月收件，收件你们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子就压公文了、啊、对不对？你所谓的公文处理七天，就是你从承办人员一直往上承到主秘，到什么相关的什么老人福利科了，什么我不管是什么科了，然后到你局长完，你就说可或者是同意如你，对不对？这样子啊，啊不然你公文为什么要上三个月？因为要签到府城。啊？不是到我这边就结就可以出文。那你如果要往上承，也 OK 啊。你就直接升到秘书长啊，升到市长啊。但是就是今年的，到目前为止，未来会不会改变不知道。但是那你刚刚跟我讲就不一样了嘛。你说所谓公文的一个处理哈，啊、就是一个礼拜里公文啊，就是一般的公文规定是这样。一般啊，对啊，那个就是一般公文啊。我刚才开宗明义就给你问了嘛，急件你就三天嘛，对不对？一般件就是七天嘛，那。所谓的公文的七天，就是你到整个和解完以后就是七天。哎、欸，我不是不签个公文的人呢。靠人咧讲者讲，哎、啊，我签一个公文，哎、欸，如果劳工局他不能决，对不对？他就是往上签嘛，对不对？往上签就是给市长要决的时候，对不对？你到那里你就是七天啊，对不对？然后市长他可能比较他一两看板姐叫你公文要纠正了哈。不过我想你们这个制度真的要检讨了，三个月真的是太久了。公务人员现在讲求的是效率，你要赶快的完成，让人家有感啊，对不对？啊，你客到遐，你就叫马戏啊，三个月，你做地产的，从基层一直骂到议员，然后议员又被人家骂，心情很不好，然后就开始骂你，啊，你回去心情很不好。为什么要这么子做呢？今日事今日毕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今日事，然后三个月以后才要毕呢？不是吗？公文处理的流程不是要这样子吗？赶快把它做好，然后就结案啊，就存档啊，对不对？然后就交给会计科赶快拨钱啊，啊钱就在那里啊。那不然的话我们议员等三个月，哎、欸。哎，林彦柱主席哈，没林彦柱主席，那个林美彦主席，老是把你们两个搞错。哎，啊，你们在五万，我啊叫我先出。哎，哈、啊。一直在争议这件事情。没有，我搞清楚了。好，搞清楚。他是签到他那里是七天了、啊，然后到最上面的话要等三个月了。你要反应嘛，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民意嘛。哦，反正哈、哦，假设你用上面的，可能下一次，市长来这里，备询的时候，可能人家就会提出来了。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我想你们要好好的去做思考，赶快把钱拨下来。反正这个钱在你们那里也不能生利息，对不对？为什么要造成民怨呢？对不对？如果未来市长的民调掉了，就是你的责任，你们社会局的责任。因为被人家臭骂，然后就民调开始掉，对不对？现在五都啊，六都这个排名往后就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做的不好，不可行的东西你们要建议啊，对不对？哦，好不好？拜托，赶快。谢谢好谢谢。那另外的话，我想要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局长，有关于长青公寓，现在的委外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委外是委那个树和基金会，那目前大概应该五月份会开始收案。五月份开始收案。收案，对。是就是在承办那个悠然山庄的那一家嘛，吼。是树和基金会。已经签完了吗？签完了，都签完了。已经都 OK 了是吧？是。他们现在在做最后的整理，然后确定哦，预定五月。因为本席接到的之前的话，给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公文一直就放在我们局长这里，都没有签下来。目前签完了吗？议员说的是我们在帮民众争取比较好的福利，比较好的福利，你比较好的福利收费比较更优惠。我是在帮忙争取，但是已经这个已经处理了，已经处理完了，已经处理完了是吧？是，因为
确定已经我在做最大的，对，我在做最大的努力，那个优惠的空间。对、啊，当然你为台南市市民的这个福利来争取，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了、啊、哈。但是有时候你也要依照法令来办理啊。你的整个委外的公文的一个招标怎么的定，你就是法令上要怎么走嘛，对不对？对不对？啊，你不能说哦啊，我现在不给你签，然后逼人家怎么样？哦，当然，你这个效果能够跑出来，我们乐观其成。啊，真的已经签完了吗？是在协商，已经还在协商，还是签完了？不是，已经签往上签了，已经离开社会局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还没签嘛？是。我意思说，你用印了没？预计多久会用印？应该尽快，我们已经大概五月中旬以前，五月中旬以前就会用印跟那个。对。合法的这个得标的一个厂商来用印。议员上个礼拜还就说我做最后的协商、啊，最后的努力。嗯。那希望这个优惠还可以第二次的，其实第一次他们有比较好的一个诚意，就是说有下降一点点。那我再做第二次的努力。那上个礼拜已经协商好了，让协商好了哈。对。所以原则上没有问题了哈。中旬以前会做。我想这个部分对。不要让人家有说吼在刁难厂商的这种情形啊吼，因为人家依法来给你投标嘛，对不 对, 對啊，整个的价，整个本来的这个标单里面就是这么来定的条件。那当然你要争取台南市市民的一些福利，那当然我们乐观其成，但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在给人家刁难吼，然后再给人家找麻烦吼，这种情形跑出来就不好了。所以五月中旬会签，好，谢谢。谢谢。太感谢哈，搞清楚了哈，他要积压三个月，就是主办单位才会拿到公文，到底核不核准？核准以后还有一个申请款的时间点，所以哦，一月份到现在，有的人连公文还没收到，准不准还没收到，麦克被核销了，哦，所以我想社会局真的要积极一点呐、啊。没有，我要达成民愿的。我跟你讲，来，我们专业处专业员来。啊，谢谢，感谢主席。啊，首先我伫这大家先感谢我们陈金忠陈议员，帮我们伸张正义啦，真的啦，真的啦。但是啦，吼，陈议员可能也有所不知啦，我们在一起知还是不知啦。我真的要替社会局我们刘局长叫屈。其实他很委屈，他真的心内咧笑三声无奈。我想咱当年应该足清楚的，罪不在他，过也不在他，他是相当相当的无奈啦。我想刘主任秘书也很清楚啦，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物件吼，再先的话，也实在是很不好听啦，非常非常的不好听啦。只是说齁，真的对社团的话，如果是有一些没有经过议员的话，直接跟你们要的话，我也希望说齁，要明确的时间给人家，不然活动都已经办完了，啊，经费又没下落，啊，要来不来又不知道，啊，人钱开去了咧，啊，现在你没给人，啊，人家要到报，你这样真的齁，会阻挠了以后这些社团去办活动的那个意愿，大家怕嘛，有没有不知道嘛。因为没有一个马上的一个决定权在大家在给你们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刘局长真的很委屈，相当相当的委屈啦。好，我们劳工局局长王局长，我请问一下哈，我在我们的工作报告有一个 TTQS 哦，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活动嘛，对不对？这是叫做台湾教育训练品质的系统的一个活动。对，这个是劳动力发展署的。哎，对，我在看到我们的工作报告，好像我们台南市劳工局得了 好多次的金牌奖嘛。哎，对，我们可喜可贺啦，哈、哎，是不是？我们已经连续第五年了。对，不简单哎，五年哎，真的是不简单啦，哈。但是局长，我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给一个建议啦，哈？因为劳工局毕竟是公部门嘛，对，我们希望啦吼，下次可不可以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基层的工会？那个我跟议员讲，这个没有名额限制，只要你达到水准之上，那就给你。可是啊，咱劳工局，咱是一个公部门，
啊，咱若出来比赛，一定咱一定拔得头筹。我跟眼，那你基本条件就比人较好啊。不是，我跟眼建议，你免啊，肯定竞争啦，对不？我跟眼建议说，我甲伊眼说明吼，伊并无嘛野限制，主要你达到迄个分数。啊，我甲你讲，啊，人家看到了工作，佮出来咧比赛，我看大家就打退堂鼓啊。这个那是机制规定，我们要接受平和的。不是这样子吗？你没有参加这个，整个你的办线的机制就没有了。我是说，因为你们已经五年了啦。因为我私下听到的声音呐、啊，不是他每次是说哈，其实我们跟工会，我们工会体系又切割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中央的经费嘛，这是劳动部给你们的经费嘛，对不对？没有，那个没有经费，你是你办线完的单位一样去接，去跟他申请，我要接受平和。没有错啦。但是我是讲吼，当然啦，你哪阵讲？一直感觉讲吼，这大家人拢会当竞争，迄是无要紧。但是我嘛希望讲吼，后一届啊吼，有闹咱其他的工会，有来得当会当得到金牌啦。对啊，我们希望鼓励他，我们希望对对对，我也希望把这个资源吼，广放让其他的工会也共同来参与。我平时啊，我都有去咧负责工会，讲你爱出来办训练，爱来接受这个平衡，我都很用心在辅导这几个工会去平衡。啊，但是我跟你讲吼，局长，你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啦。对。其实我私下也有听到哈，我们有一些工会哈的理事长，对我们工会的一些法规哈，嘛无足大的了解啦。对。其实那针对安内山嘛哈，我们劳工局更责无旁贷啦，是不是？安那改嫁工会，哈，引进的对于法规的这个组织或问题，安那改这提升，是不是也应该多办一些研习，哈，让他们来去了解？因为来到这已经直辖市啊，啊，你袂当给工会的领头羊，佮对应家己工会的法规组织无足清楚，好像有点说不太过去。好，局长，你认为呢？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要做的任务啊。那我们平时每年都有在办相关的这样的法规的教育训练。我知道，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来上课，我就不知道。但是我听到了说，你们办的这个论坛活动都是由上往下，没有所谓的双向沟通，几乎都是爱听顶管的长官底下大家讲。我觉得这样子哈，有时候会失去真正办这个活动的意义。我们希望未来是有一个双向。我们论坛跟法令的先导活动是两个是双轨的。我每一当中有固定办相关的法令的宣导会。对，我知道你有宣传，但是宣传了的什么，是不是也当有这几个双向的沟通？因为我听说好像大部分都是由上而下，没有所谓的双向沟通。应该没有，因为我局长因为哈，对，局长拍摄啦，因为工会我嘛常来参加，啊，我嘛知道局长是一个做认真的局长，哦，对工会只要办的我一类活动，局长都是亲力亲为，我们肯定啦，啊，但是哈，有一些人看到局长可能有一些心中的话不敢坦然去讲啦，啊，我们是民意代表嘛，纵使万喜令甲因的叫牛嘛，我们可以代为吼替他们吼转达这个声音，是不是说如果办的话，坦白讲，像以前前任的许市长任内，他们市长在许市长任内就有办市长与劳工有约，那现在可能也我们的赖市长可能比较忙，而且现在又整个又是台南县市的合并，面对的是公费是比以前多增加了将近一倍以上，当然市长要来办这个时间可能较无，所以王局长的责任更加重大，尤其在劳工这块他更加的重大，所以我是希望未来在这个区块上也让我们基层的劳工有一些真正的声音，可能是大家也看到你都不敢讲话，大家也看到局长去都不敢讲。我感觉拢足可惜的，我就是上好，上好，我真的太好了。庄严这样的，所以基层那个劳工不敢表达他们真正的声音。庄严这样是蛮好的，我们可能接下来就相关的先导动，我们会做一个统计，啊，也定不来，我得讲，你也得听哦。对，因为我干妈公已经是直辖市了，要把我们的工位真正导入正轨。这个资料我们来做统计，外通局不过被他出完，对一个无来，我那个你爱听无你相关的法令的调整，你可能较无了解，这部分可能我是做较无够。对，局长，我就是希望啦吼，啊，佮包括吼，其实工会也常常在讲啦，针对咱工会这个劳教吼经费啦，他们也一直在反映啦，其实应该要提高啦。这个我知道。
对啊，你知道，你就是知道、啊。知道，但是我的，但是你 无能为力，是不是？我也是这样的，一直在提出。台南市是这样的一个活动，都已经在还债了。那表示说，我们应该还有盈余的经费，来帮我们一些局处，好、哦，有一寡钱会当去铺陈的，应该也可以啊。因为咱拢讲讲，咱咧咧用钱啊，表示讲咱的钱有应该有较侪淡薄啊。啊，为什么在针对这个？这个劳教的经费，我要多少把他的经费提高一下？局长，你应该要反应吧？再反应好吗？好，谢谢。哦，让劳工真正有感受到工啊！真的，我们台南市政府有在照顾这些基层的劳工，连这个基本的要求都无法都达到啊！你想，劳工伊的心情也感觉安那想，对不对？局长，在这边做一个建议啦。好，还有我们。针对我们劳工局所办的活动啊，在我们的眼里看来，局长好像有点厚此薄彼。为什么说呢？因为我感觉说，咱现在劳工局所办的活动，包括模范劳工啦、啊、母亲活动，好像都是在远的台南县，台南市才敢那较少。局长，你有没有感觉到？应该我跟庄严哥，我今天讲的都是句句实言。我也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模范劳工的部分就是言谈是一场，言谈先一场。那来接下来我们助理办的劳工模范父亲、劳工模范母亲，刚好选在善化，刚好是一个市中的地点。哦，这样就是大家的任务，我很难去跟我跟各位说明。我觉得没有去，没有啦，因为。大家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啊，我这拍人，我来代吼，我来做代言，我来给你欢迎。一般讲吼平衡呐、啊，我知道我都会，让他这个资源去平衡，让侬感受到讲，像我管的台南关东区，拢在那公贵公，因遐边缘化，其实真正边缘化是台南市啊，真的是台南市啊，整个资源都是在我们原的台南县。卖讲南靖的罗岗的一个活动，啊，规个拢安尼，哎。大家的心态会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平衡呐、啊，哦，所以你这个说在给咱局长这几个建议啦，好，谢谢，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您。哎，谢谢。我们现在第一轮发言已经完了哈，我们现在轮到第二轮发言，那五分钟，李退之立言，请。谢谢主席。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刘局长哈，这个有关于那个儿童或者是需要安置、需要访视的。这些，不管他是在高风险家庭，或者是说他已经符合这些条件，我们现在有追踪的，全台南有多少个案？包括家防中心的吗？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嘿。对，我们高风险都委外的这个部分、嗯，那我们的那个儿童数，我是不是请我们的科长来回应一下？大概多少？我们在104年的儿童保护案件，大概是有1800多件。是，那1800多件，这印象中跟我们的人口比起来，其实严格讲起来并不算多了。但是，全部要去负责这些访视的社工人员有多少？以目前保护类型的个案的社工人员的话，我们社工人力有80位。80位，那这样子的话，平均一个人要看多少个？你这些保护的个案是他已经安置在机构里面，还是他还在原生家庭里面？都有。还是在寄养家庭里面？都有，都包含。都包含。嗯、所以一个人要负责几个个案？社工跟二线的社工。OK 啊，那好，那一线的社工有多少個？一线的社工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说的80，但是我们紧急的状态之后，就会转给二线的委外的单位、民间单位来做。好啊，那这样多少？民间单位的社工会比较多。对，我这样不太确定，所以我们一线的社工是80个，要负责1800个，那平均是？多少个？对，社工的儿保的个案数大概是20个左右。20个，这样子20几个嘛？对。那他这样子，他必须要去看他。那他访视的频率是多久？保护案件来说，一个月的话至少要2次的家访。一个月至少要2次的家访。
那这些记录是谁来看？记录的部分呢，我们的一个督导的层次部分是社工完会给我们的区域中心的督导，之后呢会送到我们中心的一个区域中心的督导，他下面一个督导负责几个社工？大概是八个以内。那他有办法去复核吗？有，目前的部分是这样的编制是符合中央的一个规定的一个人力的配置。我们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他这个个案已经一年多了。那他这个妈妈不见了，那小孩子大概两岁多，那他现在丢给阿嬷来照顾，但是阿嬷的户籍虽然说他生活在台南，但他户籍不在台南，户籍在台北。啊，但是应该要把他安置，但是这个阿嬷又不愿意放弃，这样怎么办？这样有什么建议比较好的方法？阿嬷是住在台南吗？对啊，对啊，住在台南，然后他愿意照顾孩子。可是他，因为他自己也需要照顾自己啊，五十几岁的阿嬷，伊家己嘛爱探家啊，那怎么办？你们的建议呢？如果是有照顾意愿的家属，然后愿意照顾自己的孩子，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能够留在家庭里面，那我们就会挹注一些社会资源或是民间资源，共同来协助这个案家。好，那我们希望说，因为这个个案其实。你们也一直没有办法把它有更好的安置，所以希望你们继续去关心这个个案在盐水啊，这个个案在盐水。好，那谢谢议员。针对刚刚我们其他的啊，请坐哈，主任请坐。有关于那个刚刚讲到说这个要上路的这个长照法新制哈，那刚刚说这个要转型的部分，到现在没有辅导搬家，那局长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因为他们都还在等，因为他们是还在等什么？很排斥等细则，那细则还没有定。那他们一直在倡议，也一直在努力，要把这个条文做一些的一个努力的空间，让他要去翻案。对，希望他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一定是要法人的一个状态。那他们要如果说他们要成为法人，那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确是比较困难。那你们的看法嘞？那我们是觉得不太可能。来，再给一分钟。床四十九床以下的都能够成为法人，那我们你们认为不太可能，通通成为法人。是。所以你也就是说，这个法就你这个台南市社会局的观点来看。在地方上是挚爱难行的，有困难度。对，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市长也是那个行政院院会的成员之一，应该记得哈。是。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他不是全部都能够法人化，那你建议要如何？其实市长已经在关心这个议题，那他也觉得。这个法的我在问你啦，是，所以他就是说这个条文是不那么恰当，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有再有改变的契机。我给你一点时间，局长，是，你是不是可以就这个问题，你提出一下你们局里面的说帖，来给本席了解看看。好，谢谢哈。那我们现在第二轮，李文正李议员还是一样五分钟。王局长哈，王局长，因为哈，你讲迄个请劳动部解释啦哈，啊是讲迄个教育局含迄个即个厨工的一个契约啦哈，啊因为咱这个劳基法就是劳基法嘛哈，啊你劳基法你既然你就是安尼即个规定哈。你即马你较讲迄个去用一个行政的命令，还是讲去用一个迄、那个哦，较可以签一个哦，还没签一个即个契约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迄、那个咱的政府吼、不要这样子。我咧讲吼，今仔日你毋是徛伫教育局这边啦，你是爱徛伫遮个弱势的劳工这边哦。你今仔结果煞怎啊去含教育局吼？我和市政府怎样来打压家的这个弱小弱势的厨工啊？
啊，这个实在是让人感觉讲非常的这个哦，痛心啦。安尼讲较歹听咧，哦，像讲迄个王局长，你本来你嘛是伫迄个神华酒厂嘛，吼、哦，你伫神华酒厂嘛，吼、哦，产业工会理事长嘛，哦，你应该本来你就爱徛伫这个劳工的一个据理力争嘛，哦。安尼才对咧，你哪会煞怎啊去徛伫教育局，去徛伫恁市政府？你即摆你虽然是台南市政府的劳工局长，但是咱今仔是爱维护劳工的权益呢。哦，安尼咱社会毋才会进步，对无？啊，咱常在咧讲，若违反母法、违反宪法，就无效嘛。哦，啊你这个不定期的契约，哦，这个就是劳基法，哈、哦，明文规定。啊，结果你即马去参加的厨工去签一个契约，你甲想签这个契约，这款的一个规定，这款的约束，这都违反这个劳基法了嘛？哦，啊，这个我唔知你是真正知影，还是真正唔知影，还是假也唔知影。哦，所以。咱唔好讲换一个职位啊，啊，得换一个立场啦，吼，唔通安尼。哦，咱的可贵就是讲啊，迄、那个咱的立场是一贯的，啊，咱这个一贯是徛在一个真理的顶面，哦、啊，徛在这个公义的这个顶面，哦、啊，局长，这个部分呢，我拜托讲，哦、啊，迄、那个高丽的迄个尼加。哦，这个你有呐，就爱听这个厨工来据理力争。哦，我代替因来跟你讲，安尼会使未？哦，啊，你有要来听因争取无？啊，你有要徛伫劳工的立场来含市政府家，哦，来争取无？我甲议员报告啦吼，希望这个议题你关心啦。我嘛将同款，阮劳工局嘛是伫甲教育部做活动。啊，他拄来甲你讲，阮会清洗。劳动部就是为了信众的方式，关键我讲，关键就是讲，关键是劳动契约的这个相关的规定，伊并无违法嘛，违法就不能甲开罚单嘛。啊，我真会当甲你议员你的意见来，阮来搁甲教育局讲，议员在关心这个，是毋是人去做改变？阮就当安尼尔。我讲啦，你袂使讲，我会当安尼尔啦。啊，那安尼你规本就计划就提单条干嘛？对啊，我真的感觉，咪讲，甲你意见带倒来，甲教育局互动。啊，即目前，阮是爱经过法律部分，我也违法动甲开罚单，这无问题啊。啊，你，哎，明明伊都违反劳基法啦，吼。虽然你无一定有这个罚则啦，吼，无一定有这个罚则，吼。但是伊违反劳基法，真就是目前，阮就清洗劳动部了，伊即目前无违法的部分啦。啊，无我定甲罚单，头个无甲开。你讲安尼啦，吼。因为安那，今仔我是议员嘛，对，吼、哦，你今仔我若讲立法委员，我就会去问这个劳动部嘛。但是你即摆你我讲劳动部，我知影你咧，对无？吼、哦，有可能是恁官官相位啊，同款的啊，吼、哦，恁就专门来咧压迫这个绿色这个劳工啊，吼、哦，咁是安尼，哦，唔好安尼啦，吼、哦，唔好安尼。你要看高丽的这个。高丽的这个年假，吼、哦，也无予人，哦，啊寒暑假也共扣起来，啊人大家安尼为着安尼三顿饭，吼、哦，为着要安尼领一份啊呢薪水，为着生活，吼、哦，啊人安尼忍气吞声呢。好吧，今日的我等下再讲。这一支麦克风没声音，可能要注意哦。那个好，那接下来呢，由我们民政委员会的哈，我们的那个召集人哈，我们的李美燕议员，那他的时间是十分钟，美燕议，十分钟。感谢主席哈，来，我们社会局局长，你真的是很委屈的，坦白讲，因为这个是上面的指令，哦。即审是上面指令，啊，但是无法度，你就是在这个位，所以你一定要概括承受。我今天底下公开讲，很多议员公开讲，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开会，让上面人听到民间疾苦，还有
社会局局长你的委屈啦，哦，所以用平常心去看待，但是我们希望您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极力去争取啦，好不好？计审真正是不合理啦，更不合情啦，哦，而且不合法，因为就是公文的刑，羁押太久了。来，那我们这边请问你哈，本席请问你，参保法里面呢，啊，内容有规定呐，啊，哈，参保法，你知道吧？参保法哈，你有规定，就是讲只有重度失能者，重度失能者才能获得住宿类的机构来给付，重度失能者哦，这个保温虽然他已经他可以受到这边的安置，但是依来这个规定，他不可以哦，补助膳食费用跟住宿费用啊。哦，我想这样的严格的一个标准呐，啊，造成什么呢？很多人，大部分人的爱智慧，因为我不是重症失能者，但是我需要关怀，我需要去住宿，我现在受照顾，所以我必须要智慧，甚至有人获得部分的补款呐，啊，补助款呐，啊，哦，就是讲我像你这个部分不补助膳食，也不补助住宿，所以他只是获得部分的补助的是底下重症失能者啦。除了这个对当事人这样子以外，我们要设置机构的，还要受到住宿型机构，只有华人才能够申请啊。而且我给那里，我今天我要供应这个机构给大家做服务，我还是必须是华人的资格身份才可以哦。我想像这样的，像在公跟虚两方面，因为我们长保法严苛的条件，为则行销你不能。你不能的经营啦，有很多人想要入面，但是他必须要排队，因为机构太少了，甚至我条件不够，我只能去排队一位难求。我甚至老人家已经走了，哥哥要不入面机构啊，受到照顾了，这个都有的，在日本都已经发生这个严重的情形啦，齁，所以这个会影响家属的生活跟那个他的工作。这也造成说政府啦，不止不给钱啦，而且也不供给一个就是民众所需的一个资源啦，哦，在这个长保法里面啦，那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哈，既然这么严苛的条件啦，设置机构必须要这个严苛的条件啦，我们也希望呢，局长你在跟就是中央开会的时候，你必须要提出来长福法里面有个执法，希望能够把我们小型养护机构能够来保留，小型的养护机构也当来保留啦，哦，在这个里面，这个法里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执法来保护这些，因为你那些小型机构多有的话，有些需要的时候，你们去去跟一里跟人争迄个啥住宿型的机构，我甚至不需要达到这个标准到你们去住。小型的养护机构也得再去受照顾了，所以执法里面我们必须要这小型机构能够让它定位，哎，但我们定位合法性的成立，合法性的成立啦，我想哦，这个才能符合社区一些需要关怀，甚至一些家属哦，一些家属他们的所需啦，这才是登记在社会福利应该做的工作啦，我想这也可以减少社会。一些成本呐，啊，社会的成本的支出，减少长照基金的支出啦，哈，哦，我想也比较合乎我们机构合乎公平正义的设立的一个标准呐，啊。底下我们有看到啦，我们有机构成立以后，我们是不是有看到看护工、看护有分本土的在地的，咱台湾呢有一些是外籍的看护啦，那我们是不是要训练他的专业啊，不因为叫过这个需要关怀的人，那我请问你一下，外籍的看护他的培训是上来负责，一是你国外得来受这个一块的训练以后，能够直接照顾到这些需要关怀的人、照顾的人、患者，还是你把他国内他来这里培训，应该是一些职前训练跟在职训练。那他的职前训练应该在国外就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进行，那在职训练就是说他在国内提供服务之后会有一些在职训练，那这个部分我们社会局也都有在关心
这样子的一个层面。你也想说，他的专业应该在国外就要训练完。如果一些的就是比较基本的在国内训练，那想那个在职的，在职的训练，对，在职训练，伊未来就是要直接在职啊，不是他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之后，他还是要做陆续的训练。那你这些的训练的费用谁来负责？社会局这边有定期做这样的办理。啊，你意思是说全民买单呐、啊？啊，你意思是说全民买单哦、啊？这个是因为外籍看护要被培训训练，是咱社会局来提供吗？你是说机构内的，我说的是机构内的。当然，我现在在讲机构里面 的，不是私人请的。对，不是私人，这机构里面的外籍看护。他在国外训练，要把他训练成为一个专业的，才能让他进来。该起来呢？对 对，有把关好吗？但是我们确定吗？确定吗？局长，我看你行那时候不太确定，你们去了解看看。嗯、我们外籍看护是依的国外的爱种的专业训练完，让他进来，还是到了我们台湾？再由我们来进行训练，这样对他来说是这么公平，上来买单啊，而且浪费时间啊，那你没好你把你时间也当在第一线照顾。他国外已经有训练，我说的是在职训练。我刚刚跟你讲的是专业训练。专业训练，专业训练是在国外就要训练了吗？是。那一定要保关了哦。那你在职训练的费用是怎么来处理？是雇主呢，还是机构呢，还是咱社会局？嗯，机构。机构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补助，对，有哪些补助？机构他们会来做训练，对，是机构的训练还是外籍看护的训练？讲好，机构对他们做的训练，机构对他们训练由我们社会局来补助，机构是一个一块的呢，盈利单位呢，你来编预算呢，给盈利单位去做训练的在职外籍看护。刚刚说的，我们的民间团体的补助款一再的被拖延，一再的被就是刁难。你竟然有本无省，去来针对这些机构的国内在职训练？对，这是因为这个是内政部他们的内政部他们给的经费，内政部给的中央给的经费，是，但是就是等于全民买单。是不是？对，因为这个是老福法的一个机制，也是为了我们这一些长辈的照顾。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机构它本身是一个盈利单位，他们的在职训练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买单呐、啊。你是盈利单位啊，当然我们的老人的照顾，我们还有多方面多元化的照顾了，所以应该把这个预算。全民买单这个钱，能够照顾到需要关怀的人，这个部分我们想应该再去好好的探讨一下，哦，局长。那还有我们针对就是你的工作报告，有时候社会工作师啊，哦，你的成长从合并前到合并后，成长了达到 1.86 倍，那我这边很质疑啊，哈，你的社会工作师跟咱一般讲的社工有什么不一样？社工师就是有考过证照。嗯，对。啊，社工啊？社工不一定有考过。我们的社工不是有证照吗？那我们这边的有证照的社工不是叫社工吗？我都给社工嘞，你搞我讲有证照哎，啊，你讲讲有证照个社工工作师，不是证照的个这社工。社工员。啊？啊，到底是安啦？这个我是觉得我们比较不了解。社会工作师跟社工他们的条件在哪里，还有他们要做什么工作，会不会区分的非常就是很清楚？因为我有看到你的工作报告上面写说，社会工作师如果他有了证照，我们台南市现主席有三个所在，三所他成立了社会工作师的事务所。有一分钟来，再给时间哦。好，你看，你成立了三个工作事务所，你是属所呢？你是在赚钱的呢？跟社工是无同款的呢？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社会工作师跟社工，他们厘清在哪里？他们社会工作师，他既然开了事务所，
他到底能够帮我们社会做些什么事情，社会福利做什么事。我想这个部分希望局长你都去，我想你可能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了，你都去了解一下到底社工跟那个我们社会工作师他们的工作厘清还有他的资格。我想我们今天有加有一些学生来这边就是来这些观摩，那我们希望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资讯，因为他是个未来的社会工作者，好不好？好。不过他们，我跟议员说明一下，他们这三家他们是有一定是有证照。对呀，我知道，我不是他们就是我不是质疑他们的，对，我说他们工作，他们的工作就给时间回答完，或者是承接政府部门的一些案子，他们可以这样做。对啊，他们做什么，所以要很清楚的，就是承接什么社会，我们的政府什么工作，对，要讲好、啊、譬如说我们刚刚有讲一些需要委托民间单位做的，他们就可以来一起来承接。对，好 OK 好，以上。好，谢谢美业议员。刘局长，我认为说你应该私下找那个美业议员把这一件案子先跟他解释清楚。那来，接下来我们第二轮，第二轮我们的庄玉珠议员第一声，庄玉珠议员第二声，庄玉珠议员第三声不在现场。那接着我们第三轮我们的李文正李议员，李议员请。好，那个多谢主席，那个局长将诶，这个当然，咱有呐需要做一个啊探讨啦，哈。迄个亲像讲，即马咱市政府的这个交通局的车管处，这个车管处啊，因为因嘛是一个工会嘛，哈。按这个工会，因要含这个交通局含咱市政府主方哈，有当时啊要协调一挂因权益的这个问题嘛哈。我想这是天经地义啦，这是足正常的一个代志啦。当然，这个有当时啊哈，毕竟哈，这个亲像讲督工同款嘛。其实咱的督工哈，因足可怜的呢。哦，有当时啊，敢怒不敢言呢。哦，有当时啊，因为伊嘛行个无头路咧，哦，有当时啊，伊个定时咧，哦，是教育局咧，哦，是市政府咧，啊，这个咱个车管处吼，咱个想讲伊一当吼，伊甲咱收差不多3亿左右啦，吼、哦。按遮个人像即落天烧沙炎日啦，吼、哦，有当时啊透风落雨。啊，有当时啊呢，啊，这个，话要关系，哈，啊，因就伫外口安尼吼，伫啊收这个停车费，啊，收停车费呢，因为啊，因即卖薪水啊，因卡差不多26,000块左右尔啦，啊，你啊想讲因那个交一个劳健保哈，这实在讲，这个，卖讲含管八管区袂比一啦哈。你像讲咱的环保局的这个队员，环保局的队员，咱若像讲考入去了后，啊，咱若加做正式的队员，咱嘛有差不多30,000+的咧，哦，啊，因嘛有这个工作津贴，吼、哦，还是讲外勤的这个津贴啦，吼、哦。所以啊，这个咱就要鼓励劳工，吼、哦，爱出来争取因的权益，哦，局长，这你有赞成无？咱交通局这边，即目前已经有成立工会嘛吼，所以应该是工会的体制加会使甲雇主来谈相关劳动条件的调整嘛。所以啊，这部分阮徛伫阮劳工局会甲咱的交通局的工会，阮会甲合作甲辅导共同来做处理吼。因为阮对啊，吼、哦，咱迄、那个因为你过去你嘛是吼、哦、商业工会出身的嘛吼、哦，啊，咱若看到这个外公吼。哦像讲韩国人今仔时安尼会遮进步，你啊看韩国的劳工，因上街头，因着等汽油弹咧，哦，因行上街头吼，因着采取激烈的抗议，哦，不管讲是即个外国啊，即、這个政府的政策，还是讲外国影响着因的即个权益，因绝对啊，行上街头，绝对采取即个激烈的抗议，吼、哦，啊，这若是讲一个。啊，国家的这个劳工吼，伊若是讲意识愈悬啊，
这个国家一定会愈进步啦。哦，就亲像讲，今仔咱台湾的这个咱的民主政治，吼、哦，那是讲咱的这个国民的这款的一个民主政治的这款的理念，吼、哦，独立建国的这款的理念，那愈强烈的时阵，哦，当然咱这个政府伊就压力较大嘛，哦，这个政府伊就会改进嘛，哦，咱的社会就会进步嘛，哦，这个同款的这个道理啦。你要看，像讲今仔日咱台湾的这个社会，这里那无公平。今仔日咱社会局，吼啊，含咱劳工局，因为咱这两局呢，就是专门来伫咧照顾这个这个比较比较重的阶层的，吼，这个弱势。啊，今仔咱有这款的一个福气，啊，咱会当来担任这个职务，吼，咱古代来常在讲，咱若伫这个公部门吼。讲公部门好修行啦，哦，因为咱这个不管是的中间，咱就是咧来帮忙人嘛，哦，这个局长即马咱像讲劳工的退休金，迄、那个平均偌济，你敢知啊？这个劳工的退休平均的这数字我无特别甲记得，你无特别记得来，你是单讲放我袂记起，还是无甲记得来？因为这个公部门的这个数字，我是无特别记啊。你若讲安尼，我就较袂当接受呢，局长。这个表示讲吼，你根本你都无咧关心这个劳工嘛。哦，因为这款呐，这个当然唔是讲你的能力一定做会到，我嘛唔敢讲寄望讲你的能力做会到。但是上介少啊，哦，咱就爱听这个劳工来讲话嘛。我跟你讲啦吼，啊，即落即即马即网络吼，即拢足普遍的啊，对无？你较早你讲会当暗看吗？哦，咱的劳工啊，平均的即个退休金啦吼，即马有劳保年金，较早阁无劳保年金啦，13,500啦。哦，啊，你若像讲均值啦吼，差不多50,000啦。哦，啊，若高值呢？哦，差不多即个70,000啦。啊、你若像讲这个公积呢，吼，差不多55,000啦，吼。所以啊，这劳工吼，以平均来讲吼，伊还阁无其他的这个行业的1/3、1/4、1/5拢无啦。所以，安尼劳工有悲哀无？吼，啊，今仔时安那劳工会变到这款的一个，吼，我决定我请教你，今仔日。迄、那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像讲即落天安尼日头遮尔炎热，啊，伫外口咧做工课是虾米人？当然是咱上辛苦的劳工朋友啊。对啊，啊是安那上辛苦的劳工朋友，你今仔讲咱伫即个办公室内底，你搁讲咱做了较暗，嘛是讲搁做了较无闲来讲，压力搁较大来讲，咱嘛袂变讲遐个伫日头中小刷炎，你伫遐咧做工课遐个劳工嘛，对无？遐是安怎劳工伊的这个退休金是安那？会遮尔啊少，哦，还是讲本来劳工伊就，吼，伊就册读较少，吼，还是讲伊的这个，吼，伊就领较少，吼，伊较无认真，较无拍拼，所以咱常在咧讲吼，迄个咱台湾的这个经济，哦，台湾的这个经济，就是因为这个劳工，吼，啊，大家安尼拼命拼力。哦、不管是这中小企业，还是讲这个劳工，吼、哦，校长兼共经头家兼会计，哦，啊，大家安尼，有当时啊，邓普利斯邓到这个镜头啊，邓了了，吼、哦，身体受伤，但是呢，竟然的时阵，吼、哦，因领到的退休金一个月才13,000尔，13,000尔，吼、哦，所以这个咱。这个社会啊，吼、哦，咱就是讲啊，这个有一顿饭通食的人，吼、哦，像啊，咱都有一顿饭通食啦，吼、哦，这个咱应该咱就会当去再来好食的，吼、哦，下阶层的人，咱会当来个疼惜嘛，吼、哦，咱会当来个，互伊安尼当日子过了较好嘛。所以我咧讲是安怎，像讲迄个厨工，吼、哦，伊一个月领才2,000块尔，是安那咱无要替因来争取呢，吼、哦。
有迄款的法律的根据，是啊，咱无要替伊来啊，即、這个会当互因个加领官啊呢？哦，对无？哦，所以即、這个啊，搁再吼，我要讲的是，即、這个交通局，吼、哦，交通局竟然安那呢？吼、哦，你像讲即个车管处人员的工会啊，吼、哦，啊，人员的工会上啊，即、這个李议员，你都哪有咧管关心吼、哦？啊，是毋是你会当安尼吼来安尼陪完一下？欸，这个竟然交通局，伊讲议员袂使陪因去啊，含这个交通局协商呢？这个法律敢有这款的一个规定？哦，这个啊，上这都啊，对受同款你无相关的人，要经过两方同意啊，伊有这个是安尼写的。啊，因为安那呢？因为吼、哦，你若讲私人的公司啦，哦，私人的公司可能讲啊，文静啊，你含阮公司含阮工厂啊，无一个瓜葛。姻缘呐，对无？吼、哦，啊，这可能吼、哦，阮来讲看卖咧，吼、哦，啊，你哪会当你是对政府机关去？但是迄、那个交通局是政府单位呢，啊，政府单位交通局什么人监督的？议会监督的嘛，对无？行政机关议会监督的嘛，对无？啊，今仔日是安怎？我要去安尼，吼、哦，我去的时嘛，无一定讲是一定得讲罗岗的话，也是讲。啊，这个主方的话啊，嘛无一定啊，吼、哦，啊，竟然讲，迄、那个请示恁劳工局，恁劳工局讲啊，这个吼、哦，就像你讲的讲，这无相关的人，哦，所以我感觉讲，咱的政府实在是真正吃人够够。给他一分钟来完成。到底你对人好啊歹，吼啊有合理也无合理，吼啊这劳工，吼因争取的，这个我嘛爱去听看卖呢，吼、哦，我嘛是民意代表呢，所以你要看一个这个政府，吼、哦、你要看伊对民意代表，伊都无咧尊重啊，吼、哦、伊就甲你袖伫裤脚我，伊要安怎会当来尊重咱的市民呐、啊？啊、哦，所以咱的交通局就是安尼嘛。咱咧交通局就是讲，啊，这违规我就来拖车啊，吼、哦！伊敢有想讲啊，我今仔我就爱来，吼、哦，像来做捷运，吼、哦，像台北市安尼，吼、哦，像高雄市安尼，像台中市安尼，吼、哦，来做捷运，予咱的市民来坐。嗯，啊，迄、那个违规我就来拖，拖阁有一条钱通赚呐。哦，啊，什么人要叫你无守法？吼、哦，所以当一个政府若无疼心的时阵，吼、哦。安尼了，咱要咱唔忙讲这个社会的进步啊，对无？吼、哦，这个局长，伊安尼敢有道理？来，啊，局长，你好，跟那个我们，来，谢谢。现在由第一轮我们卢坤卢议员呢发言十分钟，在我们卢议员发言以后，我们休息十分钟。我是副第二，感谢主席哈，局长，劳工局长啊，咱对劳工哦爱有疼心啦，可是对资方哦也要合理的去那种去要求啦，哦，这十几年来哦。劳工吼的福利吼，相当有一个水平啦。如果伊若是无欢喜，就是抗议。除了抗议以外，就是抗议。哦，尤其长期上来，这民进，迄落这民意代表吼，伤过自私。所以若听到啥物，啊为着选票，啊个街头运动，啊个弄甲，老实讲诶，最后的受害者。我劳方、资方都受害，所以我伫遮吼是给你建议，当不当的、那个不孝的劳工啦，就是讲专门咧造成资方的困扰的这些劳工吼，你们要有智慧去判断。哦，我敢知啊，所以讲，因为咱政府单位嘛，大家拢惊输嘛，我食头路，人退来我就是照办啦。我管他，你这是迄落有毛的无，或者是实际上有影无影无？我就是替来，我是办好来，造成足大困扰。劳方的权益我们要去顾，
可是资方的权益相对的，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哦，比如讲，人来投诉，投诉讲什么？我伫遮上班十二点钟，或者是十点钟，或者八点钟，结果新领到的加班费用无遐尼啊多。结果像这部分者吼，有的人是安内咁知影，已经劳资双方都已经达成一种协议啊。你来遮上班十二点钟，你这边上班十二个小时，那我付给你十小时，其中的那两个小时你自己去选择性怎么休息啊？这双方面都已经达成一种很长的一个协议，可是都要打你去上班嘞。怎样嘛是达成这个协议哦？可是我无想要打，我不想干了，或者是讨给得死我，我用这来投诉，我就来投诉给那个科长，感谢你的劳动科的嘛吼，我过来个投诉，我上班十二点钟，结果我领到十点钟，哎，啊，恁即马个共数哩？啊！你咧造成什么？即卖现主席要跟咧像迄落即件有无？比如讲迄落越南的哦，印尼的越南的，越南的。你看连我请越南的劳工来遮，越南的劳工啊，对啦吼，造成我资方的困扰。我要甲请，唔爱请，要甲请送回去也无才调呢。你看外国做一个头家人啊，对啦吼，对工人。工人已经造成规个公司内底困扰啊！要家洗头路啊，袂当洗头路呢。我即马家洗头路，我兼一个请越南的资格啊，我阁家己去筛选，讲爱用经过什么程序、什么程序、什么程序，足复杂的程序啊。啊，无我即马就时间洗掉，我本来咱请十个洗掉，即、這个感官是请，感官是也算是在那个。跟他讲，也有申请有配额嘛，吼，也是在配额里面。所以，变成我做头家人，啊，我袂当，我无爱用你，也袂使。这吼是毋是爱讨论的？但是你老严吼，私底下讨论一下，你安尼袂通啦。完了，无啦，如果若要会通，我讲叫遐警察来给你投诉过啊。遐义警甲警消的，咱台南市有五千个啊！遐上班加班的费用拢补无够啊！我即马直接甲你投诉，叫你去处理。你去找迄落，看是找台南市政府，看倒一科爱发奖金、发钱的财，安尼你嘛爱找财政局开，甲财政局开单。对啊，警察大家拢加班，全省拢一万七千个加班费用，加咱台南市一万三千五。阮得一万两千五，予我家反映一个加千块出来。啊，若要讲，伊遐嘛是劳工啊，伊遐嘛是领薪水，爱饲家庭的啊。结果人伊加班费用，逐个月可能无够啊。要有智慧去判断啦，啊，你感觉对不对啦？你像即站拖车拖啊，遮严重啊。恁倒一个官员，倒一个车有可能门家口。有去你门口有无？拢对主持种行来，有人车去你门口有无？有无？我等一下叫交通局来给你拖拖的。对啊，交通局即摆外包予一挂民间的迄个拖车，迄拖外乡呢？迄拖车拖外乡，你敢知影？哦，你看即挂网路咧有咧搬的，迄车主已经到啊。叫伊拜托讲，啊，无你给我开红单过啊，我人就到遮，你茫给我拖转去，也是硬要拖转，伊拖算只啊，你听无？拖一只赚千块，啊，硬拖就同款咱的意思啊。啊，你即摆外交通局的这外包给民间的啊，造成民间这乡亲的对啦，大家负担愈来愈大啊。啊，就那时市政府在抢钱啊，啊，我同款这个，你做公务人员，咱除了守法以外，我们要。咱爱有一点智慧去思考啦。迄有诶，听讲，你咧迄个民间诶，迄个专门咧用投诉诶，讲阿伯来恁家已经投诉几啊摆啊，甲为着伊调解，资方劳方调解几啊摆，讲有无？有即个件嘛哦？我甲我处理过已经两件啊，
一世人要遇到一摆就对啦，翻身一千个嘛遇无一个，结果伊加调解伊的案件，调解三四件，像这种吼，咱劳工局给列为不受欢迎啦，你造成资方的困扰嘛。我三礼拜去人投诉讲伊安那拄安那，人咧大拢无代志，对不对？迄资方嘛来跟我讲啊，讲伊万来只住一礼拜啦，啊去劳工局给咱投诉啦。啊！你敢知只员工，大家拢家底坐，员工拢停楼梯呢。啊！结果甲恁劳工局受理案件，像这你个当来讲啊，对不对？你用劳工局作为去人恐吓的工具，啊！你敢对？早期吼，劳工没有抬头的时候，伫二十几年前、三十几年前。用嘴讲的，大家嘛拢好。到即马法令，大家拢知影法令啊啦。唯有什么？唯有少部分的比较，好像说比较严谨的那个法律，比较没有透明化的法律。但吼，有阵啊一寡资方无了解，你唔通家己阿就讲，啊你甲恁，我讲安尼，有当时啊，咱的法令随时安尼改三档、两档个，当时改一摆，有当时啊，你要求人迄头家讲安那多安那，迄做无理的，你敢知？爱分有机会能改善了，准则伊唔对啦。我讲过，劳方吼，我们要替他争取权益跟福利啦。可是资方相对的，那是有恶性的一挂遐，唔是干要出人过，大家要干刁难的这个啦。所以这要注意一下吧。那个课掉，等下你老练完吼，我叫你来跟你讨论一下。看要安怎处理，大家拢莫伤害到范围内。即摆要家请，要唔莫请嘛袂当呢。我咧讲个即件，你食我的头路，我唔莫请你袂使啊。即摆劳方即摆是大家内裤袂清洁安尼哦。我即摆若莫请你，我即摆算那个一年嘅劳工就少了一个名额啦。妈咧足忝个呢。你等一下，我讲你等一下完吼。等下落来先，看大家讨论一下，好不好？好，等下再发言。文生讲，来感谢我们卢议员哈，局长，像这种恶劣的劳工吼，真的是有，有的去伊款的哦，公司待三日，他马上给检举。我想这种的人哦，你要公布名单，好让个企业知道，这种如果像这种劳工哦，到你们公司去上班的话，要过滤。啊，无等下有的唔知影啦，伊讲好，你来上班。我们有看，真的有看到像这种恶劣的劳工，黑个鸡要不啦？那职业的，他利用我们就是劳基法玩法，他在玩法。所以像这种，我想爱好咱的企业怎样有这种恶劣的劳工我们必须要偷窃，而且让他们知道这些名字，好不好？好，替人把关。那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哈。那个秘书长啊，是不是给上面的学生一些饮料啊？看他们上去，他们要喝什么饮料，给他们一下哈。但是议事厅、议事组来，议事组来，谁在负责了？给议事厅请上面来负责哎。议事厅上面来负责哎，议事厅是上面来负责。
谢谢。来，我们继续开会哈。那现在我们有第一轮发言的，就是议员到哈。啊，我们现在请杨忠诚杨议员，十分钟。多谢主席，咱两位局长、各科室主管、咱的袁董事，大家午安哈。本席来就叫咱劳工局长哈，有关本劳甲外劳的薪资哈。但有法当拖过，这个案是真侪人在建议啦，但是目前咱中央一直还是坚持不拖过啦，因为甚至说到世界上的舆论界，比如讲你啊拖过好像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歧视的问题啊，这是我甲议员在做报告。所以顶礼拜敢那着外劳的发表嘛吼，就讲伊安尼世界行行。到台湾对外劳是不是上介好？嗯，无唔对啦，吼、啊！啊，遐伫台湾人的一份子，台劳甲外劳是同等的条件。我你讲，对台劳敢是足无公平，会袂？但是相对的吼，这是咱杨爷你今天讲的看法啦。啊，因为咱今外劳大部分无透过的是要一个基本工资嘛，吼、哦。啊，即个你讲为咱的本劳的部门人在讲，啊，你啊透过了，是毋是工作机会？因为比外劳的薪水较低嘛，是毋是雇主会直直用外劳？是毋是即个工作机会就搁愈予外劳抢去？吼、哦，啊，是让咱本劳是用低甲基本工资之上的，应该是比基本工资较悬的，应该是占较济啦。我这个意思不是说
无保障待劳，是保障外劳。我指的就是讲，你一定要先保障待劳啊，对不？对。咱的企业，你要请外劳，是因为你的企业有偌济待劳以上，你才会当请几个的外劳嘛。所以这有相关的规定，对不？规定的。啊，我指的就是讲，一定要保障待劳，外劳甲待劳脱钩。所指的就是讲，你要请外劳，你就是。会使讲无迄个保障伫个，所以无保障就是讲，我万五块要甲你请，啊你若要来来，啊唔来，我无请也无啊紧。我只个意思，待落甲外落是安尼气氛呢，你敢听？我但是咱进入呐，他都啊，如言咧看来讲，外落请来了，嘛是有相当的规定，你袂使讲要隔断就隔断，伊无办，等于无中无中，伊来到咱台湾。咱毛是有该保障伊个工作权利啊！对啊，保障就是害死者个雇主啊！我即摆指个就是讲，咱对今年初，咱劳工局发足侪公文，或者中小企业。那么，即个中小企业就是发咱啊，就是讲，哎，你即个劳工，你个提拨劳退准备金不足的啦。怎样怎样啦吼？你若无提拨个招，要甲你发，要甲你安怎啦吼？我来讲啦吼，利益虽然很好啦，可是吼，你的海因提早毕业无头路啦，这点你会认同未？我知你杨言意思讲，伊进到比较艰苦的这个经济之下，有可能伊就无相对的。诶，资金通好过来拨入这个退休准备金内底。对啊，啊，所以我啊，就甲你逼退啊，我甲你逼退啊。所以我是咧感觉讲吼，老公子伫这方面发文吼，是毋是我呐爱酌量思考一下？我想来甲营业讲吼，因为这个法令嘛是旧年咱咧进行在实施嘛。啊，因为到尾也劳动部嘛是，伊像阮这伊都像照法来讲是一定爱提拨啦。我嘛有甲劳动，因为雇主嘛只会讲，我会当讲分期付款无来是安怎。我嘛甲这个信息甲劳动部讲，啊，劳动部又甲阮讲，既然法定安尼规定，阮要有告知的义务啦。所以阮的中文他们讲是告诉你，现在规定是这样、啊。像你讲，予雇主分期的机会，这是会使啦吼。啊，那无我讲。我实在的例子，我的工厂，我伫还袂实施新制的时阵，我是交2%的退休准备金。新制实施的时阵，我交6%，所以我就提拨一个月爱提拨8%。等到我有一个员工退休来的时阵，伊甲迄个准备金的账户拢领了去啊。内底员工讲：“老板，那以后我们退休怎么办？”说：“好啊。”啊，无你吼，佮甲旧制佮提拨2%，就4%，一个月就提拨10%的退休准备金啦、啊。可是这个负担蛮沉重的啦，吼。啊，有一天甲老公甲劳保局谈啦，吼，说你这样的话，我们工厂怎么受得了？恁佮甲阮对讲吼，我爱增加提拨啦。啊，我正是一个月就提拨10%啦吼，我已经提拨10%啦吼，啊，佫约袂久个，啊，佫约补袂起你啦吼。啊，你看，只好毋是像恁收着恁个文料，哎，恁遮老个来，哎，恁看要办退地无？无，我无在样甲恁维持啊。啊，恁是毋是害遮个老班个无头路啦？啊，遮老班个你也想啦，五六十啊啦，出去敢有人要请？不然要请，所以吼、哦，利益虽然很好啦，可是吼、哦，爱去考虑到真正的实际面呐。所以本色利用这个机会，甲局长你讲，咱劳工局要发这些文的时候，我是感觉讲舒克一下，还是能够跟厂商、中小企业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呐。哈，过来。咱最近嘛发足济吼，拢讲人兼顾的吼，就是去查伊个出勤卡，
去查伊个薪资报表，种种啦吼。伫我感觉吼，当然大公司这方面是无虾米问题啦吼。啊呐，讲啊，我到三五个工厂，啊，我到校长兼共经，你看吼，我这资料敢会当传足好势，保存足好势，行来应付咱个人的检查啦吼。所以我是咧讲。咱来甲伊查无啊紧啦吼，可是吼，卖接到就是讲无予伊改善的机会啦，就是讲好，你爱甲我补做只报表起来，予我检查，予厂商有机会行来建立做只工过啦吼，无你啊想啦，一件两万，一去查毋是一件尔呢，两件三件的时阵。造成中小企业已经很难经营了啦吼，啊，你也想烦恼到底？我感觉讲哦，咱的政府即卖哦，动不动就是要以罚款为手段哦。啊，着所有议员讲哦，讲咱的政府尤其咱台南市政府即卖抢钱抢啊足严重，甚至有的人甲我讲一句啊，你敢知？永兴，市场现在好像没有压力了嘞。这句无压力，你敢听有？你莫笑啦，你听有无啦？我知影议员的意思。哦，安尼你也想看讲做民意代表就做无啊心啊啦。哦，做无啊心，党就来投予阮听啦。啊，不管要安怎讲，我嘛足无奈啦。吼、哦，啊，政策虽然是真好啦，可是吼、哦。总是无够人性啊，无够人性，所以吼、哦，本色是利用这个机会，甲局长你讲，讲咱的执行面，吼、哦、多多少少吼、哦、考量到一些人性一点呐、啊，哦，好不好？好，哦、是刚才有人记得。好，谢谢局长。啊，本色来就叫咱社会局局长吼、哦，有关咱林森路迄个无障碍之家吼、哦，那个西洞。上一次我在追踪，你说到去年底、哦、就给他们结束掉。啊，目前那个场所做怎么样的规划？好，跟议员报告一下，我们在去年十一月底那个无障碍之家西洞的那些住民都已经妥善的安置到其他的处所。那一个部分主要是因为公园用地，所以我们那个安置收容就不能再继续在那边做安置收容。那结束之后，我们目前在规划，就是说，当然还要经过这个府城的同意，就是说，我们目前是在规划，想要做转成这个睿智学堂、睿智家园这样子的一个针对失智症的这一些民众。对，让它完成一分钟。在大概未来的规划，有可能是朝这个面向来规划。好，是。我相信讲，伫在去年十一月吼，都安置好，所以我是无听到杂音啊啦。代表讲恁有真用心，来个遐工课做好，甲善后工课做好，所以我就无去听到其他的杂音嘛。所以这是完啊好啦吼，这是好一面，完啊甲恁爱甲恁加奖一下。那么有关社会补助方面吼，本色倒要甲咱局长建议一下啦吼。咱虽然有定标准啦吼，啊那伫标准差小块啦，希望咱各人啦吼，我来当吼高抬贵手，甲弱势，既然甲会请诶，就是代表较弱势啦吼，较弱势，啊希望咱的政府会当吼，安尼卖讲为着门槛差一个小块，啊得来剥夺他们受到补助的一个权利啦吼，这点甲局长你建议一下。好，那会当法规内会用处理的，好，我们就来。来，好，谢谢哈。那我们请那个蔡万全蔡议员十分钟。啊，是，啊，多谢主席。那么我们社会局哈、局长哈、我想要给他请教哈、我想进社会非常的关心，未来咱台湾到底是要走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
安尼应该是无福利啊，吼，还是要走向这个欧盟欧陆式的社会福利，像德国、英国这吼，啊，当然真清楚吼，那我们未来的方式，应该是会比较走向欧陆方式的一个保障吼，另外进一步的去健全整个社会福利，那么尤其是在大家关心的吼长照2.0版，新的这个长照2.0版吼，基本上可能的是家己十年计划。在进一步的进程的一个保障，那我想最近的一个争执点的是说，我们法律最新也通过了这个版本，就是大家会 focus 在一个地方，就是说希望这些长照的机构能够尽量把它法人化哦。啊，当然，咱起码很多因为开放很多小型的这个盈利机构，那这样的盈利机构长久来，我相信也。良莠不齐啊，那主管单位哈，可能基于这个整个人力也严重的不足，其实造成的长照的一些风险也越来越高。那所以说，在国外的情形，其实很多是多法人化哈，无论是财团法人化、社团法人化，或是把盈利降为准盈利，然后尽量朝向整个理想哈。那或许有人说这是太理想化了。在实务上是严重的冲突哈，那我相信未来小英他推的这个长照2.0版，哦，这个我们着眼的这个方向，哦，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价值一个理想，即便是比较理想化，如果是对的，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哦，不要受到太多的一个这个利益的一个冲击跟阻碍哈，所以我在这边想请教一下。这个局长，这个2.0版其实它着重很多。后来我们发觉很多2.0版，它其实是很着重很多社区的照顾。其实我们政府应该做的部分，其实过去咱台南市政府都已经在做啊。哦，它已经咱已经是走入其他真侪县市的头前啊。这个部分是不是你来讲看卖？如果未来小英上台之后。我们所谓的2.0版，在咱台南市会当做较好无？哦，啊，当然你要考虑到，这个要求法人化之后，这个如果目前未来的法令没有去做修正，哦，维持现在通过最新版本的法人化，哦，大概5年落日条款嘛，哈，五年内就是说这些盈利机构你必须要转法人化，哦，那如果你也肯定这个法人化，这是一个改革。哦，那我们也有能力在台南市好好把它做好。那安尼吼，本色是绝对专业支持。啊，你来讲看卖，过去咱这几档已经做到啥物程度？要因应整个新的长照的版本，咱够有能力会当延续，会当做好。好，感谢议员。我来分享者就是讲这个长照这个2.0版。其实它有多数的条文都是在谈所谓的社区照顾的部分。那社区照顾的部分，其实在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的这样子的版本，在这个法人的这个部分哦，其实看起来也许未来的中央的政策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是支持要法人化的。那法人化当然它利弊得失一定有，就是说这个有这个趋避冲突的这个两难啊，哦。那因为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法人化，它其实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个服务的品质。因为这一些49床以下的机构我们不会演，它是很参差不齐的。那有一些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社会局其实也很难为，经常会有检举案，那经常会有一些这个他们超设床位这样子的困境。那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个稽查稽核评鉴，大概都没有太理想，那也没办法很好的改善，甚至就是说，当我们要去稽核的时候，他们就把人藏起来，好，把老人家藏起来，所以这种种的一些现象，让中央的不管是学者或者是专家，都很希望能够法人化，
大概是这个原因。那但是长照2.0版其实跟我们过去的长照十年，我们现在执行到第八年，那我们大部分其实是大同小异。所谓的大同小异，就是说居家服务啊、日照啊、家庭托顾啊、交通接送啊、道载服护理啊等等的，在护理啊或者是复健等等的，这一些大概都差不多，大概都差不多。但是它的 2.0 版比较希望能够提升，就是说改变过去的困境哦。譬如说今天好几位议员指导的就是这个人力的问题哦。譬如台南市，我们可能训练了6000人次，可是留下来服务的可能只有600人次，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希望透过2.0版追加的一些，譬如说把终点改成月薪制，譬如说他们终点是1小时200元，这些照顾服务员，那未来如果在2.0版能够推动月薪制，那也许对他们的那个比较有保障，不然他们可能终点制那就没有保障哦，有接就有钱，那没接到案子就可能没有钱。所以这个部分我知道未来的政务委员林万一林老师，他是有在这个我们说要做长照局，那长照局中央长照局他就希望能够从过去8年的或者是长照10年的旧的一些从事的一些困境，事实上遇到的一些困境能够来改善，譬如说这个怎么样留住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能够留住人就能够在社区的厨余、社区的这个日照啊，还有这一些在宅居家服务的部分，能够把它做比较好的一个建制。那我们现在台南市也已经有首开哦，就是全国之先也是有3家的这个小规模多机能。那它除了白天是日照，它晚上还可以收这个临时临托的一些长辈，可以在这个日照晚上可以做。那这个也是长照2.0版的，就是说长照去年长照法通过之后的一个新的措施。那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其实是希望不要轻易的把长辈往机构送。所以可能很多人这些机构他就会说，到时候就是长辈都没有人收，然后机构万一都有很多机构就倒闭了，就没办法存在，因为要法人化。那其实2.0版其实它的一个精神是希望能够强化这个社区的这个区块，而不是动辄把人送到机构去。没有错，是。所以这部分这是未来一步一步要落实的、扩大落实的一个理想哈。啊，所以当然大家欢乐讲啊，这个5年内法人化，应该很强力的去辅导他们。那如果没有转型成功，那有可能会又发生人球事件，这本蛮是咱的注意的所在哈。啊，所以这个部分，咱市政府啊，过去你这个部分哦，在社区的部分投入的金额，一年它要多少钱？咱一年的这个长照，咱一年现在目前有办4亿。所以大概都是4亿的，在这个社区的这个部分。如果未来小英上台之后，加强这个社区的部分，中央可期待应该可以补助更多倍的这个经费下来，应该是可以有一些配套的一个补助。对，那我相信社会局这个部分哦，你们要先有个准备，要有个因应，就是说未来的问题要发生的冲击，都先给弄先啊想起来扛哈。因为这是一个理想，若做会到，未来咱台湾是一个很好的所在吼。唔仅是讲，不要让老大人变成人球，还是讲，上去一挂盈利机构，迄位是真可怜，咱知影。为了趁钱嘛，大家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你也当个社团法人化、财团法人化，这是一个理想吼。但是短时间的冲击，怎么因应，怎么去辅导这些盈利机构？在法律不会去做修正之前，哈，你马上得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去专案的去辅导，哦，这东西未来社会叫你来去面对的课题，哈，啊，所以讲啦，如果是这方面的理想理念，都是正确的，那安尼咱应该共同去努力克服，哈，啊，咱相信社会叫应该做也好了，哈，希望当这全国第一名。来，好，谢谢。来，那我们现在请李退助理议员哈，10分钟。
谢谢主席。王局长，都没问到你也不好意思啦。那个，我想要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有一位同仁在请教你有关这个劳检所的问题，你有提到说，目前台南市没有自己设立这个劳动检查所，但是所谓的业绩也不差，那这样子你可不可以稍微简短扼要分析一下，这样到底我们自己到底该不该设，这个优劣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我不能说该不该设，但是我先把说现在的模式上，这个劳动检查的部分应该是落实最重要，不是说抢这个指导权。那我再比如最近台中发生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安事件，应该就是不落实。那个时候已经授权一部分授权给台中，一部分是中央。那因为就是不落实，我很简单的举例说，他如果就交通管制，应该就那买光那屌的信号啦。你有交通管制袂安尼？啊你如果是真的不落实，基层的不落实，你搁上来做主导官。你不可能一个检察官在那24天都在那顾那个场嘛，我是做什么？啊，现在全国这样的运作模组，刚才我们现在都讲到劳动检查这部分，大家都会想到说检查，可能会想到检查。事实上，要我们落实降灾跟防灾的部分，有好几种工具可以用。一个当然就是检查，第二个辅导，第三个协助，很多工具可以应用。那现在全国如果像这样的运作之下，一个就是直辖市直接设有劳检所的部分。这样都有直辖市直接做。第一，另外一个就是其余的县市没有设检查所，直接由中央辅导。那我们台南刚好就是又另外一个模子，是由中央跟地方合作的。那我们这几年来运作下来，事实上我们资源都互相整合在一起，合作的还蛮好的。所以这几年因为这种劳安的东西不能分享的啦，因为数据是别人讲，我今仔甲大家分享我的数据，话数据话最蛮不一啊，多啊一个。发新料，所以那我们这几年下，我们是真的比他们做的还好。我就但简单这样的一个跟议员做说明。我是有一个建议哈，因为其实这里面不管怎么样都是生命最重要，对生命的可贵性哈。那所以本席在这个在加拿大、在美国、在包含跟我们的对比来讲，就拿刚刚这个道路安全的这个部分哈，因为道路上面常常会有各种工程。不管是比较长久的或临时的吊挂或等等的，对，我们这边的这个维安的措施哈，其实所有的工程单位他都会提报这些道安维安的计划，但是其实我觉得相关的规范哈，我们这边比起来还是相对来讲，它该设立的，比如说三角锥的密度，还有相关的这些安全指导措施，相对来讲，台湾的规范其实还是比其他国家还是稍微差了一些啦。那这部分特别比如说交通密集的地方，或者是这个晚上或凌晨这样的时候，当它的密度不够的时候，当它的这个闪光反光的标志不够的时候，这个就很容易造成安全的问题嘛。那所以可是这个地方有很多都是跟反而是跟我们直接市府相关，我们自己发包的工程，或者是我们的甚至帮我们直接地线的人员，像这个清洁队的队员等等。那比如说，就有人开玩笑说啊，像我们的这个清洁队，我们的这个清运有没有符合真的环保的这个相关的机构或者是人员的这个劳动的安全的条件？这个有时候做歹讲诶，因为咱登故意来这清洁队。跟所谓的环保清运公司的条件，公告拍下来，有些真的不能比啦。那当我们的环保单位出去跟人家稽核、跟人家检查的时候，结果回头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劳动条件，哇，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难过啊。那其实用这相对来讲，用另外一个对比，最近所谓的冲之鸟的问题啊，其实这不一定是你所管的，但是这是同样类比的问题。所谓的渔业署，所谓的这些渔会，到底对于我们的渔民有多关心？这个一样是类似的劳动条件嘛？那我们其实，在渔船上面这几年，你知影无？这个便所的问题、困的问题，台湾的渔业署到底是渔民的渔业署，还是船东的渔业署？本席都很质疑啊。那其实长期以来，我们的渔民，我们的甚至包括我们雇用的渔工。
在船上的生活是真的是非人的待遇。我们有一些渔船在南非发生事件，结果我们的直接台湾的船公司就直接不管他们了，他们在那边都这个鬼爷那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爆出来，台湾的船上面有两三个国籍不同的这个国家的渔工聚在上面，都用那种已经臭烂掉的罐头，剩下没多少，然后用再去找一些检验东西，用那个罐头再来煮东西吃，黑警长有够可怜的啦。那当然，这个渔工跟这个渔民的在到底算在哪一个居住的管辖范围内，我觉得这有时候是值得检讨。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就是当市政府自己要管辖的范围内，那跟要出去检查对于民间的企业的时候，我们自己相对的这个水准就是要提升起来，就是要提升起来。那不然的话，我们出去检查人家的时候，我们自己所管的，包含我们的公务单位，包含我们的这个环保单位，这个都应该要自己先有一套内部的规范，逐年要跟上真正民间的标准了。好，谢谢局长。好，谢谢刘局长。我还是要继续问你一下哦，这个有关你说那个造福员的训练能够继续持续下来的只有两成左右，不到，不到。是。那显然两个方法嘛，一个是你要有什么诱因，你要什么诱因让他这些训练完的可以真的找到工作。是。啊，找到工作有很多因素，他要离家近，他要能够配合他的班，他要他的收入要能够给他相对应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长期以来办了这么多年，就是只有两成，很简单啊，那就再办十倍的班嘛，对不对？你如果长久以来你的累积的经验就是只有两成，不到两成人会留下来，那你现在一年只办多少？900人、对，而且这里面主要都还是中央的经费，都还是这个劳动署的劳动部的。那如果这样不够，那我们就应该再多办啊，对不对？你有这两条路嘛，一个是提高他留下来的因素，一个是提升你办的班次班数啊。是。那另外我还听说，在所谓的偏乡地区，贵局有自办的这个训练班。是。那针对偏乡的部分，去年办了几班？两班。办在哪里啊？啊，办在哪里？一个在海线，一个在山线。一个在海线，一个在三线。啊，三线是哪里啦？洪主任，哦，你好主动嘞。一个部分，我们之前是有办在那个家里的部分，那一个是有办在那个预警的部分。那因为主要就是劳动部办的班级数通常会偏在市区跟新营那个部分，那所以我们为了鼓励在偏区的地方的造福员可以有。我跟你说啦，我们西北也很少啦。是，你们回去好好检讨一下，既然第一个总量供给就不足，那除了中央可以争取的经费，你们要再怎么提出具体的措施，说你们现在要照顾更平均的，然后能够更提供配对的这个人力，老人的人口分布在哪里，你们要把它放在哪里，那再跟劳动部啊，我们这不是有一个好同事吗？你哪对贵沟文不好，你进的怎样吼？啊，你就再去跟他要钱嘛，对不对？在增班嘛，啊，如果真的劳动部给的不够，我们自己看再争取多少啊，是不是？你们贵局其实跟我真的是非常有私心呐、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小孩有几个？三个。我小孩有三个，分别是11岁、2岁跟9个半月，所以贵局的很多措施都跟我有关系。我的父亲88岁，一样贵局很多措施也会跟我有关系，所以，我跟你们的很多主管讲一些问题，都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因为我们的小孩都年纪差不多。主任请坐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将心比心，互相这个可以协调的。那既然这个公共的政策可以协助我们
台南会有更多更好的这个居住环境。那给他一分钟。真的要努力啦，因为我看到的是有问题，有问题，长久以来都有问题。为什么苏安之县长当初提出的这个关怀据点，那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新大同中心等等的，这个东西当初会被吸纳进去，当初谢院长的六星社区，现在竟然变成我们要开办关怀据点，中央可以直接补助。我刚才还省到很多垫付案啊，所以显然是什么？台南走在前面的这样的政策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嘛？甚至纳入中央政策的一环。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既有的政策优势上再深化？刚才讲的关怀中心、关怀据点，跟日照中心，跟未来的卫生所。我们这样怎么样把它串起来？而且你不会发觉现在对应中央，我看的是在看个回回呢，那个叫什么社家属、啊？社家属。啊，感谢我们的议员来。我们第三轮的发言，专注专言十分钟。谢谢。感谢朱先哈，那个社会局局长尤局长，这边请教一下哈，那个现在整个大台南市哈，我们的低收哪一个区占的人数最多？哪一区？有没有做统计？应该是安南区。安南区目前就你的认知，就我的对，安南区最多低收是哦，详细数那最少嘞，最少是哪一区、可能跟那个龙崎哦、是不是因为它人口比较少？是跟人口一定有关系。那安南区最多，因为安南区东区人口是。安南区现在排名第二嘛？对对，第一是永康嘛，第二是安南，第三是东区。所以人口多，相对它的这个部分就会比较高。所以那个低收入户是安南区算最多了哈。那我再请问呐、就南区的部分呐、低收入户，我们现在第一款大概有多少人？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数据？对不起哈。我突然之间想要了解一下，好，我们请科长，杨科长你说明。是那个第一款有27人，对，27人也是。那第二款呢？人数的部分的话，如果是南区的话是476人。第二款？对，二款。二款400多。476人。哦，476人。那第三款呢？1658人，1658，所以说，好，科长你请坐哈，局长，那就科长提供的这个数据，第三款是人数占最多的嘛哈，那其实啦哈，能升级到第三款也是要经过层层的关卡嘛，伊嘛是拢爱哈，和您个在哈检视个在检视，看我都达到第三款，那我再请问啦哈。我们第一款的福利大概都是哪一些项目？第一款福利就是每个月有10168吧，哦，10168，大概1万出1万，10168的这个补助款，好，第一款的一个人，对。最主要的是有10168的这个生活补助款，对，每个月，好，每个月啦，好。那第二款呢？第二款的话有家户跟孩子的部分，嘿嘿嘿，家户的部分是6500，6150，对，6150，对，这个是家户的部分。那孩子的部分是2600多，那加起来也应该有8000多。对，一个孩子2600多，如果孩子更多的话就一直带你加进去。那如果他又有高中以上的孩子，还有高中以上的一样是6150的，是每一个。那第一款有没有这样子？第一款没有，第一款基本上就是他就全部的生活补助就是对，因为第一款大部分都是长辈居多。哦，好好好好好。对，那二三款会比较有孩子的这个
补助的部分。哦，那第三款呢？第三款的福利措施？第三款它就是没有加户的补助，但是只有孩子的部分。哦，对。所以就目前的数据来看呢，哈，我们是第三款人数占最多嘛，哈。那因为为什么会在今天这样子的哈议事厅里面这样子讨论这个？因为最近哈，其实我们服务处哈也接到很多，他们都是第三款的。那一直在反映他们的生活津贴是完全没有的，哦，那你如果讲是有孩子，孩子的部分有，啊，他们连孩子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啊，他没有孩子吗？没有孩子，哦，但是所以他们唯一的福利项目就是健保免费，其余的都没有，所以你干嘛讲哦？安尼对你来讲哦，对了，因为他们也经过这尼济吼。诶，调查吼，啊，甲检验，啊，结果因虽然摕到第三款呢，但是实际上在生活津贴上他们是没有的，所以我是希望说吼，因为局长我知道这个是中央政策，但是执行面是在我们地方政府啦吼，是不是会当我呐向上反映呐？就这样子的一个特例或是一个个案吼，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做一个调整，吼，还是或做一个帮忙？你想一般的民间。哦，只要那是咧发迄个米啦，还是迄个小小金额的补助，大概多少二款？就问我们主秘最清楚，主秘曾经是我们南区的区长，几乎拢到二款，到三款的是人拢无爱，因为人数太多了。所以对因来讲，因讲互因这虽然讲名是第三款，但是会看到，其实嘛未加到。所以因感觉讲社会的补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是希望讲哦，是不是就这个部分？一旦吼做一个吼上面反映，或是用什么样的措施，吼是不是爱做现况的认定或怎么样来给加减帮忙之类？因为南区坦白讲也都是劳工阶级比较多啊。那个你讲要工作好起来，当然嘛有啦，但是大部分拢是散的较侪，真正散的较侪啦。所以我是一个所在吼，搞完一个三款的吼，因为伊人足济，但是我是希望讲你们也要做一个怎样的吼一个政策的去做一个调整，是不是？当讲吼，加减伫个生活津贴上哦，安那敢做一个弥补？好，局长来这问说一个建议。跟议员报告哈，如果说在法规上没有办法，法规上那个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快速。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他的这个经济啊或者生活真的有困境，那我们社会局可以用民间资源来协助他，或者但是你的民间资源总是有限呐、啊。民间资源我们就是会实际的去看他的需求。哦，对，局长立功的这一封信啊，快耶稣给我。你再讲到这个，我这边还有一个个案，是这个曾经可能我们科长也有去做访视，他是在我们南区某一个里，他们是一对夫妇。他的太太是失明的，而且佮长期咧西游记的，吼、哦，啊，因丈母有一间厝予因，但是迄间厝是铁厝，啊，住迄间厝嘛爱甲丈母租，结果尹先生甲这个太太，伊嘛拢无生，尹先生爱特别来照顾因这个太太，因为因太太目睭青盲啊，伊佫无看到，无人甲照顾伊的迄、那个。当然，一寡衣食下一个有法度，但是食的部分伊要人住，所以尹先生到即马哦，不敢有固定的工作，因为伊无法度去人做固定的工课，因为伊只要来做固定的工课，尹太太要洗身创啥，无人甲伊照顾，那无人照顾，三明太尹太太今日就会当食牛奶安尼尔。所以有这个个案，我曾经有拜托过我们科长，科长也去访视啊，但是啊吼，只是一个民间的资源，嘛是他救急尔。后续伊嘛是爱靠伊家己，啊，所以讲像这种，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特例。啊，里长嘛一直讲，这真正是足可怜的，嘛足需要帮忙，但是他就是没办法申请我们的低收入，因为资格不符。我想这边要办，所以我感觉讲，总是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方式来给他帮忙？伊跟他讲，伊哪个有囝，无嘛讲有囝咧趁钱嘛，拢无。啊，因太太阁安尼，啊，伊即马伊拢爱去四处找零工，啊，无伊食饭要对倒来，所以这是一个，互人感觉讲吼，有等下在对这吼，所以有等下有时候他们吼，我们中央有时候在定的一些政策上，有时候是跟现实总是有一个差距，因为你是这种款，这嘛是真正做需要帮忙的呀、啊，
对吧？啊，但是因为也是年龄啊，因为伊较少年，伊即摆才四十几岁，所以申请袂过，安尼咩办？阮哥来甲关心看卖，好不好？对啊，你讲这个竞品，这个竞品的部分呐、啊，就是讲，即摆就是我今仔报告就讲这个竞品的这个人口。跟家户越来越多，就是说他非常多，非常多。伊袂，伊无都好通过咱的法定的这个部分，啊，咱就是讲这个民间的这个资源，要安怎来甲因做一个辅导，啊，来甲因斗相共。但是我是感觉讲民间的资源啊，吼，是不是会当找迄落加减较，因为这种真正是足需要来帮忙的，嘿啊。啊，因先生哥，坦白讲，有哪做唔甘因太太的。伊感觉讲，因太太安尼堪伊相依为命，他也不能这样放着，所以伊的工课嘛是做了，我感觉拢嘛袂安心。伊随时拢有在家一个照灯来看因太太，因为因太太目睭青眉，你今仔讲无青眉，佫袂要紧。哦，伊会当讲啊，伊家己佫加加，伊无啊。他有一些事情也是要需要他先生帮忙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像这一方面呐、啊，正在法令上没办法的话，在民间的资源上也当。给他们存一点，卖他救济年啦，吼、哦，是不是多少给他救贫一下？是，哦，阿姊就好拖过这段时间啊，到了当下一个门槛能过的话，当然我嘛该就好噶。哦，这个部分是不是跟局长哈、哦，特别做一个建议？所以这个部分呢，吼，一旦敢帮忙起来啦。还有那个局长，我顺便哈、哦、建议一下啦，哈，因为我感觉讲哈、哦，再给一分钟，谢谢，感谢朱秀。一旦吼男女两情相悦，要走到婚姻这一条路啦吼，当然有的是冲动的啦吼，啊有的是真正交心啦吼，相知相举呀吼。曾经有跟我们以前的那个附证书所主任在谈到那个婚前的教育辅导，我觉得也有需要啦吼，因为时代在进步了，多少给他们一些年轻人这种观念，尤其吼。只要人来到咱户政事务所要登记结婚的时阵哦，我感觉社会局可以跟户政事务所做一个横向的联系，是不是事前给一个这样子的教育？我记得今麦拢有咧做呢，因为以前我咧做，有没有？我不知道，区长有这个家庭教育中心，家庭教育中心，我那时候在担任他们的委员，家庭教育中心，我们那是属于教育局的吗？不是我们社会局这边的。家庭教育中心他们有在推动这一块，就是婚前的教育，那有跟这个户政事务所有做联系。但是我那一次我问我们前任的，让局长讲完，给局长声音。教育局这边来跟家庭福利部，家庭教育中心来做一个，对，是，好，感谢。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是李文正李议员，十分钟。迄个多谢主席哈，迄种迄个王局长哈，咱迄个像讲劳教啦哈。这个劳教的这个经费，他较早的时阵曾议员嘛有讲过嘛吼，伊讲即卖劳教的经费愈来愈少啦吼，这对劳工来讲啊，这个是无公平的啦，应该得爱愈来愈济较对咧吼，这个是毋是讲咱迄个会当吼来该恢复像过去安尼袂？我家己研报告，像我每一档吼，即个劳教的训练，伫市政府的初心的时阵是拢有提高，但是每一档拢努力了，拢无过啦吼。所以今年啊，搁咧偏面哩，阮搁来努力啦。一种，即种，对，阮迄种数一定爱有增加出来，但我通去。即卖咱迄个一档的即个劳教的经费偌济？700多万的样子。那个今年是480，今年480。迄、那个另外一个啊，职业病，啊，迄阵迄个还未合并的时阵，迄、那个台南市偌济？那个部分我就不太知道。啊，咱即卖迄个台南拢总啦吼，有几个即个工会？工会部分到当然将近差不多伫个700-800个啦。迄、那个四百个吼，啊，400个等于一个工会，甲分差10,000块尔嘛。啊，迄个吼，迄个啊，咱
上济阵偌济啊？你讲，诶，咱诶劳教诶经费，应该合并了第一档是用到一个800多万啦，啊，因为迄档是超，阮到尾也有医用来支援教育训练啦。对啊，你迄个合并了第一档是800万。诶，啊，所以阮第二档讲要跟票啊，但是到尾啊，咱迄档都要降20%嘛，就是这个。迄个800万啦，吼，局长，800万即马减啊剩400万啦。700-800。对啊，700-800差不多嘛，吼。啊，你即马你减啊剩400万啦，啊，咱有400个即个工会啦，等于一个工会差不多10万块会当去办劳教呢嘛。哦，对无？进安尼客，阮也是780，客我当阮有分阶，有底下分阶层啊，迄落50个、100个、150个、200个，阮就安尼分啦。对啊，啊你有安尼分吼，有安尼分就是讲，迄、那个吼、哦，你若讲上届照你讲700-800，吼、哦、700-800，咱那咧办这个劳工教育的时阵，吼对咱家、哦、的会员，吼、哦、对咱家的啊工会，吼、哦、这个就较有一个帮助嘛。啊，其实吼、哦，局长，有当时啊吼，因为咱有呐爱有即款的一个经济原理的即款的啊，即、這个一个吼、哦、做法才对啦，吼、哦、观念啦。因为你即马你伫念咧，吼、哦、爱伫念，即马咱的活动愈少咧办咧，啊愈少咧办吼，即、哦這个社会即、這个经济吼，伊、哦、就愈歹咧。哦，你今仔日若准做讲啊，我一个会若平均会当。哦，你讲过去咱才700-800，啊，即马剩差400-800，检查到即马400几，400-800，检查300万嘛，检查变啊一半嘛。哦，啊，你有当时啊，咱若加300万，吼、哦，啊，咱遮个劳工，吼、哦，啊，因若安尼加去办一寡遮个劳工教育个训练，吼、哦，啊，因就会当啊，把遮个钱呢，吼、哦，啊，就会当安尼加减啊去做一个使用利用嘛。啊，这个生意人吼、哦，伊就会当加减啊有一挂生意通做嘛。啊，这个就会带动这个经济这个发展嘛。哦，虽然讲少少300万尔嘛，啊，这对就业这嘛有帮助咧。吼、哦，啊，你今仔日一直加减，一直加减，减啊，即马呢都要存480万。哦，啊，这对劳工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算作讲侮辱啦吼，足、哦、无尊重的。所以你看咱的劳工。咱的退休金嘛，吼、哦，咱的退休金甲13000块尔，吼、哦，你像人迄有诶军职啊，吼、哦，我真侪朋友，啊有当时啊30-40岁就退休啊咧，啊30-40岁退休诶时阵，伊一个月伊上少，吼、哦，伊嘛啊搁领几万块啊，啊领几万块啊，伊若搁食一个头路，哦，伊着搁加诶咧对无？啊，咱劳工，吼、哦，你啊看咱安尼做一世人。啊，咱的退休金卡差得13000块尔，啊，13000块这是算啊，搁袂歹呢。你若像讲迄65岁，咧领老人年金，嘛是咧领国民年金，迄有诶拢领3500块尔呢。啊，迄边啊生活，迄边啊活落去啊，啊，毋着带囡仔转有食，啊是讲因兜都有财产。啊，若无你啊想讲3500块老人年金，敢若油水食喙干嘛无够啊，对无？哦，所以这個、局长吼，我感觉讲吼。这个劳工都已经咧可怜啦，吼！啊，你这个劳工的这个经费，劳教的这个经费，啊，你无甲伊增加，吼、哦，你搁甲伊减少起来，哦，这对这劳工要安怎交代咧？对唔对，局长？吼、哦，所以是不是咱明年要评列的时阵，吼、哦，这个是不是讲上届少，吼、哦，你要甲恢复转来个，这个亲像讲咱合并的第一档安尼，吼、哦，局长。你爱，你伫即个市务会议的中间，你伫无绳分配中间，你爱听即个劳工当刀啊？哦，敢是安尼？哦，你是受到劳工的一个迄落呢？哦，一个寄望咧，对无？啊，决定我多无？当然，即明年搁咧骗明年无绳，我来努力啦。咱台南市的劳工偌济？伫工会部分，差不多伫咧20几万嘛吼。啊，当然你若讲伫劳动者来讲，应该大约占有，伫劳保估计下大概占了90万啦。对啊，吼、哦，一般以上是劳工啊，吼、哦、啊，你讲劳工的这个，咱的这个资源，吼、哦，咱劳工靠什么款呢？人这个吼、哦，你像讲人的军工教，吼、哦，
人个过年，人得阁有即个年底奖金，退休来阁有年底奖金。哦，啊，若无人得阁三节个慰问金。哦，啊，你像即落天透中下昼烧沙炎日，今仔温度偌济啊？哦，今仔温度嘛差不多30度。熟来。所以吼、哦，真正咱在讲啦吼。我感觉台湾吼，实在是真悲哀啦，啊！咱敢有讲咧替遮个劳苦的大众，真正来咧替因设想，啊！来想讲要安怎来照顾因，哦，这局长，我希望讲吼，你爱提出你的这个魄力啦，哦，你爱伫这个啊，起乌声的咧偏热的时阵，你得爱。你得要极力来争取啦。哦，像罗市长伊嘛是较早咧做立法委员的时阵，伊嘛是拢听遮劳工哦咧争取啊。哦，啊咱无增加，哪会搁再来减少呢？对无？安尼咱对劳工咱要安怎交代？啊，是讲遮劳工都哦，因都迄个新闻都一定支持我，敢是安尼？哦，咱袂使食人教教嘛，对无？好啊，迄、那个局长，我阁请教你啦吼。即马咱台南市的产业工会拢总有几间，迄、那个几间公司有产业工会？差不多伫57间啦。57间。工会57嘿。57间。对。啊，咱台南市的即个拢总的，拢总迄个产业工会呢？哎，对啊，都企业工会。哦。都公司组的工会。嘿，公司组的工会嘛吼，啊，咱偌济人以上都爱组织即个工会。规定是一个企业。满30人就会使做啦。对啊，你讲咱台南市满30人的这个工厂，安尼差不多偌济间啊？这个工厂有3000几间。好、哦，所以这个啊，咱的这个工厂的这个工会的这个成立啊，这个是安尼等于差不多偌济3000间。好、哦，啊，你若讲30间加1%尔咧，哦，等于多差不多1.5%尔咧。哦，感谢呢。啊，这个咱应该吼，像讲这个咱的劳基法嘛，吼，咱的劳基法内底，咱就讲这个30人都爱，哎，这个敢有强制性，还是无强制性？当然，条文内底有下应了，但是它就是没法子啊。好、哦，啊，其实啦，吼，因为咱爱知呀，哦，你像讲市政府伊就一个议会啊，吼、哦。啊！你像讲一个公司内底，吼、哦，伊若有一个工会的时阵，吼、哦，当然这个大家可能就会较有一个较好的互动嘛。这个米不仁啊，是歹的这个代志啦。哦，有当时啊，这个资方兼劳方吼，大家要安怎沟通，要安怎协调，要安怎创造共同的这款的利益嘛。哦、啊，这个应该呢，咱这方面啦、啊。来，让我们李议员完，你把议题讲完哈。哦，这方面咱应该吼、哦，咱得爱啊，这个吼、哦，咱劳工局嘛是得爱尽量来鼓励大家来。我甲议员报告，像阮这几冬拢，逐冬拢共阮有去咧拜访企业吼、哦，叫伊会当做工，有咧努力，但是有哪拢真困难咧推啦。阮同仁拢有安排，对头一冬上起码还有去拜访10间，拢有安尼去咧努力啦。啊，所以讲有哪困难推。哦，因为安那呢，因为这安尼是较无正常啦，对，哈、哦，较无正常。因为这个有当时啊，咱的一个观念讲啊，这个工会可能是要来跟迄个资方做对头的咧。啊，其实啊，这个理不然啦。哦，咱看到这个外国的这个人的公司，哦，人拢有做这个工会嘛。哦，你看人因的工业遐尼进步，哦，这个劳工的这个意识，哦，伊当然伊啊，那讲有迄款的一个啊，迄款的一个意识的时阵，当然伊嘛是啊，这个嘛是会加做这个公司的进步嘛。哦，啊，这个公司有当时啊嘛，因为这个劳工吼，诶，这个参与，然后给伊这个生产力，吼，还是讲给伊这个技术，吼，会当来诶创造这个共同这款的一个大家诶这个利益嘛。哦，所以我感觉讲吼，咱讲是一个民主的这个国家吼，啊，你讲诶，咱诶超过30个工人诶，这个工厂有3000几间，吼，
啊，咱呢这个劳基法内底虽然讲啊，应该爱做爱成立这个工会，吼、哦，但是实际上，吼、哦，咱一般民间的这个啊工厂，咱就拢无成立嘛，吼、哦，所以这在讲这嘛无正常啦，哦，好，安尼，吼、哦，这有那希望讲局长你有那吼爱努力，我拢有拜，我拢拜去去去拜访啊、哦。好，迄、那个等下我社会局我那个个问一下啦，吼、哦。那个，那个老局长哈，那个老局长，你有那看迄种那个咱王局长同款啦哈，因为你有那是来自这个民间呐，哦，啊，你当然咱过去咱像讲哦啊，王局长伊伫这个哦神华秘鲁厂的产业的职业工会，哦，啊，当然。王局长算起来算还阁真幸运啦吼，因为安那伊伫即个国营的事业嘛吼，国营的事业吼，公务局虽然即嘛是改做公司啊，哦，但是毕竟吼，伊的制度较健全啊，哦，有当时啊，咱若住伫即个中小型的即个企业吼，有当时啊，就住保庇头家吼，伊就做了有趁钱咧，啊，若无，当啊无头路咧。啊，迄个老局长，你过去伫即个家福中心呐吼。啊，家扶中心，吼、哦，咱嘛是一个弱势团体嘛，哦，咱嘛是来帮忙遮的囡仔嘛，哦，所以迄个时阵呐，吼、哦，就讲我请教你啦，吼、哦，你讲你伫家扶中心呐，吼、哦，啊，迄阵你安尼来投入这个社会的公益，来帮助这些弱势啦，吼、哦，我想你绝对有满腔的一个热情呐，哦，啊，所以你才会去做这款的这个啊。你遮遐担任主任嘛，吼，因为遐拢是奉献嘛，吼，拢是服务嘛，吼。但是你即马来做即个局长了后，吼，我毋知你有啥物款的一个感想啦，吼，就是讲，是毋是咱甲即个当初是去做即个家扶中心的即个主任的即款的一个理想，吼。你像讲啊，迄、那个较早咱就吼，咱伫民间吼啊，伫咧安尼。为着政治吼，咱就咧关心了。后来咱就啊，这个来选议员啦，是讲来选哦市长安尼吼。诶，但是咱要安怎讲，甲这个吼，咱诶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吼，咱要安怎讲？即卖咱已经啊做这个社会局长啊吼，你已经做一个啊主管啦吼。啊，你是毋是讲有法度吼，会当安尼啊，甲这个安尼？咱的社会对弱势的不足的时阵，通过你的局长吼，啊来啊，会当来甲做好好势安尼。这个你有啥物款的一个看法啦吼？从这个角色安尼吼，你有啥物款的感想吼，局长？好，感谢议员吼。其实这一年我甲一挂民间的这个想法吼，啊带来这个社会局。啊，有一寡无同款的做法，比如讲，我今仔日一直有咧讲，啊，过去拍卡输讲啦，这个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这来袂过，吼、哦，可能都安尼都无够继续做其他的服务，啊，所以我第一件代志就是伫旧年，我就开始推动这个无过的这家庭，还是讲这民众，吼、哦、啊，会请社工，吼、哦，请社会局的社工亲身过去。搁去看一遍，啊，予因用即个民间的资源，因为社会局有一挂民间的资源，啊，过去可能无真紧的运用，啊，所以真普遍的运用，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来了，我有做即个真大的一个方式的改变，啊，所以另外就是讲，较需要这个急难的部分。我伫即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哦，家庭福利服务中心过去可能就较无遐尼主动，啊，我来以后我会推动即个较主动的即个服务，比如讲伫社区内底主动去发掘需要的即个家庭，吼、哦，啊，去甲因斗三工，啊，用一挂民间的资源，啊，希望会当予因及时的一个安尼救助，啊，另外就是讲有一挂观念，我感觉。今年我做较侪，就是一挂观念的沟通啦，吼，因为咱公部门，咱的工作人员，哈，尤其咱这个习惯，因的习惯，就是讲啊，咱这个公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同仁，哈，因较习惯就是讲啊，你有来申请，哈，无来申请，我就袂主动去做一挂其他的服务，也是讲一挂较创新的这个想法，
较创新的，才以这个民众的需求来做一个前提，啊，以这个服务来做一个前提来安尼规划。所以讲，这个方面拢是我来了，啊，我希望会当来好好啊来推动的。好，迄、那个局长，迄、那个我相信讲你一定有呐，吼、哦，真想要去改变这个啊，这个，就是讲迄、那个。不合理的这些问题啦，被动的习惯，这些不公不义啦，因为咱知影讲伫台湾嘛，吼，迄个歹势吼，迄个主席我阁讲一下吼，伊种迄个，因为伫台湾啦，吼，就是讲咱的财富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是，哦，啊，这个多数的人呢，吼，伊是生活吼，伊是安尼有一顿无一顿啦，吼，这是台湾最大的一个。问题啦，吼，所以，迄个当然，咱有呐尽量讲想要用其他的社会救助的这个吼，等于讲社会这个捐款来帮忙，这个需要帮忙啊。但是呢，我是感觉讲这有呐是啊，迄、个讲用嘴食嘴巴都无够啦，吼，这有呐不是套路啦，吼，这像你讲的讲有一顿无一顿啦，哦，啊，咱应该咱都要来建立一个啊，这个应救的制度才对啦。我即个一寡孤儿寡妇吼，爱当真正来得到即个咱的政府的一个照顾，哦，安尼才对啦吼。所以当然你有想要，这个法规的部分哈，是。迄、那个局长，我请教你，迄、那个像昨个早起吼，因为我嘛有看到迄个报道吼，迄、那个运河遐那阵啊有一个查某人吼，那阵啊自杀的款嘛吼，嘿，啊，伊也是为着什么款的原因？这代志你敢知影？这我较无注意着。好，嗯，好，不要紧啦，吼。我想啦，吼，真侪人伫这个黑暗的角落，吼，咱看袂到的这个黑暗的角落，吼。是。伊伫遐咧流目屎，伫遐咧嚎啦，吼。啊，有当时啊，伊生活活袂落去，吼，那咱嘛唔知影，是讲伊受着真侪这款的一个啊，这个种种的问题啦，吼。啊，搁再因为像讲咱台湾人吼，咱是你感觉咱台湾人的爱心呐、啊、吼，迄、那个你感觉安怎？其实我的经验内底是真充足啊。真充足吼。是。即、這个咱台湾人吼，因为安那呢？因为咱像讲，咱若本身咱若有艰苦着吼，咱若有迄个有当时啊，咱若有去互闪过吼，啊，咱就。太同理心啦，所以我看真侪即个爱心团体吼，当时啊，因并不是足好过啦，因真侪拢是探家人啦，是，哦，啊，所以咱的即、這个吼、哦，你要像讲地动，还、哦、是讲甚至咱对日本吼、哦，你要看迄、那个观看的观遐侪观啊，讲好啦好啦啊，唔通去观啦，哦，你讲安尼，即、這个台湾人即个安尼。全世界要讲找像台湾人这样有贴心的，你我想可能我看嘛无当找啊哈，就是讲真有这款的一个爱心啦。啊，不过有当时啊吼，你也看咱的政府哦，咱的政府吼，像最近咧拖车咧吊车咧开这个红单，哎，有当时啊，你也看，那阵来讲台湾人佫做无守法的，啊，所以这我也感觉讲真矛盾啦，哦，非常非常的矛盾。一个这样有爱心、有疼心，伊愿意来啊，安尼施舍的一个台湾人哦，竟然安尼去予咱的吼，竟然的时阵讲哦，咱无守法吼，即、哦、我感觉讲这是非常这个矛盾的这个代志啦吼、哦。啊，这个局长我有呐请教你啦吼、哦，就是讲咱即马这个爱心团体吼、哦，弱势团体即马咱台南市有几个？社会福利团体，我不是迄、那个迄、那个弱势团体。弱势团体，吓，就亲像讲生辉啦，还是讲迄、那个诶、自闭症啦，还是讲啥物，迄个身心障碍方面。身心障碍诶，嘿。身心障碍方面的团体。拢总几个？四十几个。四十几个啦，吼。啊，咱迄个就是讲一个会，咱一当，吼，咱上者当补助偌济，补助十五万嘛，对无？啊，不是，哦，十二万，迄个十二万，嗯，吼、哦，
不要紧啦，吼！啊，这个十二万呢，这个中间啦，吼，因为咱知影讲，遮的一挂弱势团体、身心障碍团体，实在讲啦，吼，咱六脚断手的人，吼，有当时啊，咱要出去，吼，咱都还阁无啥，有当时啊，话都还阁无方便啦。啊，即马就是讲，吼，因为咱来鼓励因遮的弱势团体，吼，身心障碍团体，就是爱鼓励因，拢爱四界安尼去行行，去佚佗佗咧。但是呢，我听因咧讲，我会了解，就是讲，因若要去外县市佚佗，即马拢袂当申请即个经费嘛，敢是安尼？哦，哦，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的项目，我们的限定项目并没有限制他不能去。对啦，啊你没有限制他们去吼，但是他们就不能申请嘛，所以有哪你，不啦？你看迄个项目。对。啊你我跟你说啦，因为怎么你既然你就一个会你就说十二万要给人申请嘛，我跟你说你应该就要鼓励嘛，你会记得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在经济败，马英九在上任这个总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政府就鼓励大家去出头，那个车钱我政府给你出，出去的时候你就消费，你就吃饭你就吃自己，所以我感觉讲吼，咱的这个政府啦吼，因为安那你含这个绿色斤斤计较，哦，就是讲像咱劳工局，哦，啊咱别位啊较侪在咧开，一个工程有当时啊几啊一万，几啊千万，哦，啊是讲有当时啊，啊是讲咱讲啊歹听的，像阮民意代表吼、哦、议会，哦，有当时啊真侪经费在咧申请，哦，啊结果的时阵，咱对这个绿色团体。咱煞含咪斤斤计较，啊！你若是讲含咪斤斤计较，若是讲对这个社会有帮助嘛，不要紧呢。哦，因为安那呢，局长因遮个弱势人，伊是毋是更加爱需要鼓励因出去安尼吼？啊，看外口的这个世界，互因的这个身心灵吼，会当搁再得到搁较好的一个吼、哦、发展。啊、哦，局长安尼敢对？哦，啊，即摆你煞甲规定讲，规定东，规定西，吼、哦。所以你等于是画一个大饼，我请教你啦吼。迄个科长，迄、那个去年的时阵吼，你讲这条钱请偌济？哦，其实身障团体的包装，对，就这条十二万的这条。累计起来应该也是几百万吧。对啊，吼、哦、啊，你咱四十几个，吼、哦、四十几个团体，吼、哦、啊一个当请十二万。哦，上届借嘛五六百万呐、啊，对无？啊，你讲较轻几百万，啊，咱今仔咱既然咱骗这条钱，咱就要鼓励来申请，吼、哦，咱无骗就无讲嘛，咱今仔骗落去，吼、哦，咱就是讲啊，我尽量吼，无、哦、人讲会甲你这条钱摕去乌白开啦，哦，敢是安尼局长？哦，所以我希望你这个部分吼、哦，你会当来，吼、哦，系你会当来甲那呢啊，搁再。甲因辅导啦。吼、哦，迄、那个明年啦，吼，蛮好，我听到佫讲啊，迄、那个，因为阮哩请也袂过啦，所以阮就无办啦，吼、哦。安尼对因来讲，吼、哦，这根本就等于看会到食袂到啊，吼、哦，啊，毋是讲今仔要去算账啊，吼、哦，今仔日因若安尼加减啊补助是半万块，因出去咧佚佗，吼、哦，因就负担加较轻嘛，因毋是讲干呐身体有障碍尔嘛，迄经济拢是弱势嘛。我恁就分出去行行咧，吼、哦，局长安尼好不好？哦，阮尽量来看这个伊的这个项目有，无啦，嘛是爱这个法规的项目嘛是爱去符合啦。我讲啦，啊，阮会来辅导，好不好？局长吼，嘿、哦，我咧讲啦吼，因为恁若安尼规矩不如就卖偏啦。无啦，啊，伊嘛是真正伊迄个部分嘛是大部分拢会当符合啦。啊，可能是少部分因无法清楚，因为咱有共规定啦，若要去到外县市就袂当啦。吼，啊，恁就讲什么去佚佗啦？啊，伊残障团体、残障人士，吼，伊今仔日安尼去世界行行咧，这个对因的身体健康、对因的身心灵拢嘛有帮助啊，对唔对？吼，局长，吼，咱要安怎会当来？吼，讲迄个鼓励因，咱在鼓励都鼓励因袂出去咧啊，对无？吼、哦，好，好，哦、我进一步了解。所以，头过课长会讲的，讲根本都拿钱唔加密嘛，对无？应该是
无啦，迄、那个诶、有哪我了解吼，因为哪有当时啊，人讲啊嘛无爱讲啊，因为讲都无路用啊，对无？吼、哦，好，而且、啊這個、局长我迄、那个有哪建议啦吼，即马咱像讲迄、那个咱的育婴津贴托育嘛，托育是零岁到两岁嘛，一个月3000块嘛吼、哦，但即马大家少年人唔敢生囝啊，吼、哦，你讲咱政府讲我生头一胎6000块，生第二胎12000块，吼、哦，但是迄、那個你讲万二块，即马钱遐尼薄，迄马吼，迄马唔正面呢。啊，即马就是讲人即个台北吼，还是讲桃园、台中吼，还是讲新北市、高雄，即马人因拢有搁在吼，就是讲地方政府啦吼。啊，我来吼，有哪倒出挂吼，中央出3000吼，啊我地方倒出5000吼，啊若无我上少嘛都倒出3000。哦，安尼一个月安尼就6000啊，咧对无？啊是讲会当增加嘛？安尼少年人吼，因的负担就较轻嘛。哦，即、這个咱是毋是有哪会当台南市有哪会当来做？阮进一步来研究好无？哈，啊，若会当做的，阮都紧的来争取。来当做，阮都紧争取来。即卖是安尼啦吼，今天我请教你，你讲即安尼做安尼，吼，你因为安尼要鼓励生产嘛，即卖咱的少子化嘛。哦，即马咱的迄个老年人口的时阵吼，即、這个比例伫咧增加嘛。哦，所以迄、那个局长，吼、哦，咱也是讲，哎、欸，安尼即款的一个政策，吼、哦，即、這个是对咱的社会是有帮助的，鼓励生产，鼓励少年人结婚生产，即、這个是有帮助的。哦，即、這个咱就要来做啊。吼、哦，感谢安尼。吼、哦，啊，局长迄、那个，迄种像讲咱即马即个，咱的长照啦，吼、哦。啊，咱的养护啦，吼，啊，咱的护理啦，吼，即马就是讲一般的业者，吼，就是讲希望吼，咱会当来辅导代替取缔啦，哦，安尼好无？吼，伊即个我嘛强势咧，因为即马大家嘛拢真歹做啦，哦，即马护士吼嘛无当请啦，哦，啊，即个迄个劳工吼嘛真歹请啦，吼，伊安那呢？因为免使六料嘛，哦，啊，佮再有当时啊吼。啊，这个政府强在要去给人什么评鉴啦，工课做走袂离啦，哦，啊要讲啊，这个开单啦，吼、哦，啊所以这有当时啊业者吼苦不堪言啦，哦、啊这个，哦咱，迄、那个这个机构伊嘛是替咱的政府来伫咧啊做这个老人的这个事工嘛，吼、哦，伊嘛是将做咱政府的这个帮助嘛，哦，哦局长，是，哦，这个这拜托一下，好，哦好，啊，佮再讲，像咱即个日间照顾吼，即、這个日间照顾，即马咱有限定即个资格嘛吼。那像那讲咱啊，迄、那个失能的状态，好，迄、那个你讲什么状态？失能。失能，嘿，不是对，我即马是讲吼，就是讲即个日日间照顾吼，有诶，就是讲迄、那个爱有一个资格，才会当来做即个日间照顾嘛，敢、哦、是安尼？是。好。啊，其实人吼，这个嘛无道理啦吼，这个咱应该得爱开放，吼，应该开放让大家都可以来做嘛，哦，敢是安尼？哦，安尼时阵吼，咱会当吼这个民间吼投入更多的啊，这个一个人力物力啊，吼啊来帮忙咱做这个日间啊这个照顾的一个工课嘛，哦，局长你认为安尼有理啊无理？咱。当然，咱来心扎啦，那伊有这个，伊有这个能力，啊嘛有这个热心吼、喔，要来做，咱当然会来辅导，啊嘛会来鼓励啦。哦，因为即马咱主要是甲因辅导，看着照迄个，因为大部分呢是无一定愿意要来做。对，啊你即马吼，当然伊若无愿意要来做，当然迄坦袂当强迫人啊。是啊，是啊。哦、啊，但是因即马要做的时阵，即马因就是有受到这个限制啊。吼、哦，啊，这对人来讲，这嘛不公平啊！吼、哦，所以这个局长甲拜托一下，吼、哦，咱就是讲越开放嘛，吼、嗯哦、啊，透过市场的机制嘛，哦，安尼互人去自由竞争嘛，吼、哦，啊，佮在咱这个就是讲政府啊，有要甲这个。
局长，我想哈，你找个时间，好好跟那个我们李议员，就是好好的，就是哈，把资料送给他。嗯，好，好，给我们李议员一分钟做总结。好、哦，那个其实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今日那是一个，吼、哦，那个咱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但是吼、哦，咱那是讲一个会向煮食的，吼、哦，会向换家的啦，会向换手头的啦。其实哦，咱就爱会当无中生有啦，哦，安尼对无？所以你即马你拢是要对什么政府税啦，要对什么消费税啦，哦，啊你。到时咱嘛是怨叹呐，对无？你即马经济这摆，你要共减税都好了，你要共增加税金，吼、哦。所以啊，咱有呾着爱借力使力啦，四两破千斤啦，吼、哦。咱伫有限的资源，咱会当做无限的利用啦。哦，你像讲恁安尼，有当时啊，恁敢若几万块啊，尔恁都唔敢予人申请啊，着要甲恁请几万块啊去佚佗一下，尔恁着踮遐安尼斤斤计较啦。恁即摆恁画一天饼，讲要来做啥物啊？迄、那个社会住宅，甚物要来做即个长照，哪有人要信啊？对啊，唔对？哦哦，所以我那个局长，你还是做那个就是详细的跟我们李议员报告，因为你讲有局，但我们李议员说没有，所以我们就把正确资料提供给他，好不好？所以，我给你一眼，你这样有落差，就请局长提供给你。对了，哦，局长，知道吗？哦，我们李议员在关心，的议题，你是私下一定要把那详细的资料啊提供给我们的议员，哈、哦，好不好？李议员，啊、哦，来，谢谢哈，谢谢谢谢，啊、在这边我想针对劳工局这边，我们再一次的就是提醒劳工局哈、哦，针对劳工教育哈、哦，劳工教育对基层工会来讲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在职的培训、啊、就等于在职培训了、啊、哈，尤其个体户的一些劳工啊，所以预算上面呢、啊，我希望你能够就是积极向我们市长来做争取了、啊。他讲诶，这类物件跟一般的预算是不一样的，好好不好？劳工教育因落差太大了啊，这边也就是在整个工作报告里面也跟社会局局长说一下，今天的议题里面很多的议员对针对民间团体的补助。他那个公文核销真的是太慢了，所以希望你能够在就是我们的决议里面，以后未来民间团体的申请的部分哈，两个礼拜核准的公文一定要到哈。所以这边感谢，好，找比尔来，哎、欸，来三十秒。
按照四千的款嘛吼，四千。对一般的民众。诶，一般的民众吼，诶，迄个算做迄种耗材吼，即个咱得吼，迄个拜托一下吼。哎，你好，好好好，多谢多谢。我们李议员哈，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劳工局还有社会局所有的工作同所有的同仁哈啊，今天的列席，当然非常感谢我们媒体好朋友的采访，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议会同仁的就是出席啦，那也感谢我们就是在电视媒体前面的好朋友，台南市民共同关心我们的市政。那今天的议程到这边告一段落，明天一样，我们民政委员会做第三天的就是业务执行。那明天的业务单位有民政局跟各区区公所，所以我们这边呢、也跟我们电视媒体的，就是我们台南市民讲一下，关心这个议题的，明天准时早上9:30开始，今天的议会就到此里散会。谢谢啊，大家辛苦了，啊，好不容易，谢谢啊，局长你辛苦了。谁的那个通电？